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的新概念英语课堂，我是曲慧珍，曲老师。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新概念一册第91课，单词我们讲完了，同学们，我们来把单词再读一遍。Again after me, still, move, miss, neighbor, person, people, poor.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看课文。课文当中仍然呢，大家要把我们没有见过的谓语动词的形式画下来，因为目前我们见过的有现在进行时态、一般现在时态、一般过去时态，还有我们刚刚学过一个现在完成时态，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你看看谓语动词出现了哪种你没有见过的形式，我们把它画一下来。好，接下来咱们来听课文，然后呢，我们也来回答一个问题。Lesson 91. Poor Ian.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o wanted to sell the house? Has Ian sold his house yet? Yes, he has. He sold it last week. Has he moved to his new house yet?No, not yet. He's still here. He's going to move tomorrow. When? Tomorrow morning? No, tomorrow afternoon. I'll miss him. He has always been a good neighbor. He's a very nice person. We'll all miss him.When will the new people move into this house? I think that they'll move i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Will you see Ian today, Jenny? Yes, I will. Please give him my regards. Poor Ian.He didn't want to leave this house.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but his wife did. Okay, everyone, who wanted to sell the house? Ian didn't want to sell the house, right? So, who wanted to sell the house? His wife.所以说呢，你把这句话说全了，也就是 His wife wanted to sell the house.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一篇课文当中，那个 Nigel 来买房子的时候，这个 Nigel 说这个房子他很喜欢，但是他决定不了，要他妻子看一看再说。然后呢，这个 Ian 就说 Women always have the last word.对吗？那么看来这个 Ian 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哈。你看他不想卖，他老婆想卖，所以还是老婆说了算嘛，最终还是要把房子卖掉。好，那咱们来看看课文，咱们从头看，大家要拿起笔画谓语动词，我们没见过的形式。这是三位女士在谈话哈，一位叫 Catherine， 一个叫 Jenny， 还有一个叫 Linda。 我们来看看 Catherine 一开始说了 Has Ian sold his house yet?Ian 把他的房子Ian 把他的房子卖了吗？同学们，这是个什么时态？现在完成时态，对不对？ Ian 有没有把房子卖掉？那么如果卖了，那是不是就对现在造成影响了？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造成对现在的影响，那我们就会用现在完成时态。那么否定句呢，或者是疑问句，我们会在句尾呢有时候加上一个 yet， 但是疑问句当中这个 yet 咱们有时候就可以不翻译出来了。所以说呢，在这儿也就是 Ian 把房子卖掉了吗？好，接下来呢，这个 Jenny 说 Yes, he has。 啊，是啊，他已经把房子卖了。同学们，如果是否定的回答，我们应该怎么说？ No, he hasn't。接下来说 He sold it last week， 他上周把它卖掉了。同学们，还是卖房子这样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这句话用的是一般过去时态呢？我们看看上一节是我们之前在讲到现在完成时态的时候，我们说对于现在完成时态的一种状况，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个动作造成了对现在的影响，但是不能有过去具体的时间状语，像 last week 呀、yesterday 呀、什么 yesterday morning 啊、什么 last year 等等，
不能有这样过去具体的时间状语，一旦有具体的时间状语，我们就要用一般过去时态了。所以呢，这句话出现了 last week， 所以这就是一般过去时态。然后大家帮我想想看，这句话我们要改成一般疑问句怎么改？他上周把它卖掉的吗？对于 sold 这个词，特殊变化的动词，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原型、过去时、过去分词分别该是什么。那么 sold 原型应该是 sell，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句话也就是 Did he sell it last week? Did he sell it last week? 那我再问你了，如果这句话我要拿 when 来进行提问，也就是说要对 last week 来进行提问的话，它什么时候卖掉的呢？怎么说？When did he sell it? When did he sell it? 我想现在大家对于一个句子变否定句变疑问句的形式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哈，就是大家要先确定一个助动词，有助动词就好办。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Catherine 说 Has he moved to his new house yet? 他搬到他的新房子里了吗？这句话的用法大家看结构跟第一句话是不是一模一样，仍然是现在完成时态的疑问句，句尾呢加了一个 yet。那么 move 我们说过是搬家，如果要说搬到哪儿，我们就会说 move to 什么什么，所以说就是搬到他的新房子了吗？然后呢 Jenny 说 No, not yet， 还没呢。 yet 我们经常会说 not yet， 还没有，表示这个动作会发生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然后呢说 He's still here， 他还在那儿，他还在这儿呢。同学们，这句话是个什么时态？一般现在时态，对不对？目前的状态，他还在这儿呢。He's going to move tomorrow. He's going to move tomorrow. 他打算明天搬家。Be going to 我们大家见的很多了哈，就是打算了。He is going to move tomorrow. 他打算明天搬家。同学们，我们之前在讲到 be going to 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说虽然它看上去是个进行时态，但是呢我们用它表达的是将来的意思，打算，对吗？那你只能对将来才能打算吗？过去你又没法打算，所以说 be going to 本身表达的就是一种将来。 He's going to move tomorrow， 他打算明天搬家了。然后呢 Catherine 就问了 When tomorrow morning？那明天什么时候呢？是明天早上吗？然后呢 Jenny 说 No, tomorrow afternoon， 明天下午。好，接下来呢 Jenny 说了 I'll miss him。 大家看这句话谓语动词的结构，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撇 LL 代替一个词 will， 大家可以把它写全 will， W-I-L-L， 也就是谓语动词的部分用的是will miss 的这个样子。那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谓语动词前面加上了一个 will， 然后再加动词原形，这个 will 就表示将要，那意思也就是说我将要想他，意思也就是说我会想他的。好，这种时态就是待会儿课文看完之后我们要讲解的一般将来时态了。大家先把这个谓语动词画下来， will miss， 我会想他的。接下来呢说 He has always been a good neighbor。 为什么会想他呢？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好邻居啊。如果一个人在这表现得很差，整天晚上的开晚会，声音开得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比如说到处弄得扔垃圾又弄得很脏，他走了大家还巴不得他走呢，对不对？他现在由于一直是一个好邻居，所以呢大家会想他。这个 Jenny 说了我会想他的。大家呀把这个结构可以记下来， has always been a good 什么什么，就是一直是个好什么什么。比如说你跟你朋友说你一直是个好朋友，我们就可以怎么说？ You have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你一直是个好爸爸， You have always been a good father。 你一直是个好妈妈， You have always been a good mother。 你一直是个好女儿，You have always been a good daughter. 好，这个结构就表示一直怎么怎么样。大家想想看了，一直怎么样这个动作是不是要从过去持续到现在？所以我们用现在完成时态。好，继续往下。这个 Linda 出来了，说 He's a very nice person.
他是个好人啊，是个很好的人。我们要说一个人很好，那我们就可以用 nice 这个词。He's very nice. He's very nice to me. 他对我很好。He's a very nice person. 他是个好人。We'll all miss him. 大家来看这句话里是不是还有一个 will miss？那个撇 ll 代替的当然仍然是 will， 只不过呢 will miss 中间加上了一个 all， 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或者你翻译成都，我们都会想他的。 will all miss him， 把这个 all 呢我们放在 will 的后面，放在 miss 的前面，所以就出来了 will all miss him， 我们都会想他的。接下来呢 Catherine 说，When will the new people move into this house? 那么 new people 就是新人，就是新买了这个房子的人啊。那新人什么时候搬到这个房子里来呢？大家看这句话里是不是谓语动词还有 will 后面又加了一个 move， 由于这是疑问句，我们就把 will 往前提，提到了主语 the new people 的前面，所以就是 when will the new people move into this house。 哎，刚才大家见到的搬到他的新房子，上文用的是 move to， 对不对？那么在这儿用的是 move into， 其实呢都可以，你用 move to move into 都行。 move to 就是搬到， move into 呢就更强调的是搬进来啊，搬进来这个新房子里。接下来呢 Jenny 说， I think that they'll move i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啊， Jenny 说我想他们会后天搬来吧，那 in 他们一家明天搬走，那么那一家就后天搬进来。大家看这句话里，大家找找是不是也有俩谓语动词，一个是前面的 think， 还有后面的就是 will move。 一句话里出现两个谓语动词，之前我们提到过，那其中就应该有一个连词来连接，现在的连词是 that， 对不对？那大家看 that they'll move i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是不是就是 think 的内容，所以一句话呢做动词的宾语，这就叫宾语从句，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宾语从句，那 that 跟主句连在了一起。大家把从句的谓语动词 will move 画下来，是不是还是一般将来时态呀？因为是后天要搬进来，所以要用 will move。 但是大家再看主句里面是 I think， 我想我认为，你说是不是我后天想？当然不是我后天想，我什么时候想？我现在想。所以 think 那我们就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态啊。后面从句当中是后天搬进来，所以他们才用一般将来。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就是后天啊，以前还有一部片子就叫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天怎么说呢？前天就是昨天再往前的一天，叫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这两个我们要记住，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接下来呢 Linda 又问了， Will you see Ian today, Jenny? Jenny， 你今天会看见 Ian 吗？好，大家看这句话里是不是也有个 will see， 仍然是一般将来时态疑问句，把 will 提到了主语的前面。will see 呢在这儿就是看见，或者你把它翻译成看望都可以。你今天会去看 Ian 吗？然后呢 Jenny 说 Yes I will， 是啊我会去。哎，大家看对于一般将来时态的肯定回答就是 Yes I will， 简短一点。那大家觉得如果是否定回答呢，仍然简短一点，我们就可以说 No, I will not。 对，在 will 后面加 not 就可以了。大家基本上也能看出来，一般将来时态变成疑问句我们把 will 往前提了，说明这个 will 在这儿我们就把它当助动词来用。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 Linda 说 Please give him my regards， 请把我的这个问候带给他。哎，同学们要注意这句话的结构。Please give him my regards。Regards 在这就是问候。Please give him my regards， 请把我的问候给他，就是说请代我问候他。那我们以后再说到你让别人代替你问候某某某，那就可以说咱们用书上的形式please。give， 我们这么来写，我给大家写结构 ，give
somebody one's regards. Give somebody... 好，大家来看。Give somebody one's regards. 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 regards 是问候，把 one's 这个人的问候带给他，也就是说带这个人向这个人问候，对不对？或者说呢，咱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之前讲到 give 的时候，它的用法，我们可以把人放前，现在 one's regards 就类似于是物的部分，可以跟双宾语的，对吗？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 one's regards 放在前面， give one's regards， 然后接下来呢 to somebody 一样的意思，还是把这个人的问候带给他，就是 give 的两种用法。所以说呢，这两种结构我们都可以，那么我们书上改一下就可以怎么说， please give my regards to him。 那比如说大家来看着这个结构来帮我翻译一下啊，比如我说请把我的问候带给你的妈妈，怎么说？咱们用这个 Please give your mother my regards。 那或者你说 Please give my regards to your mother， 请代我问候你的妻子，怎么说呢？ Please give your wife my regards。 那你也可以说 Please give my regards to your wife， 两种形式都可以。 Regards 在这一定要用复数才表示问候的意思，如果单数我们就不表示这个含义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这个 Catherine 说 Poor Ian， 可怜的 Ian 啊，这个Poor 在这我们要翻译成可怜的。 He didn't want to leave this house， 可怜的 Ian 啊，他不想离开这个房子，他不想离开这个家。然后接下来 Jenny 说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大家 A 团们要注意一下后面的中文，看看翻译成什么。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咱们看最后，也就是在186页最后一句的中文翻译成是啊，他是不想离开。哎，大家看英文跟中文是不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英文当中是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英文当中是是啊，他不想离开。哎，那有人说外国人咋这么怪呢，跟咱们中文怎么不一样？其实同学们想想看，你觉得中文简单还是英文简单？我们中文说可怜的 Ian 他不想离开这个房子，然后接下来中文就说是啊，他不想离开，是啊，他不想离开。但是呢，英美人他们在觉得我们前面说了是，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肯定了吧，你后面再来个 he didn't want to leave， 他不想离开，前面是是，后面又是个不，英美人觉得前后矛盾，英美人那脑子相对来讲就比较一根筋儿，你让他们这么转他转不过来。所以呢，他们向来都是如果不想离开前面就是 no，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如果是他想离开呢，我们就说 yes，He wanted to leave this house，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英美人只要一说到否定的意思，前面就会是 no， 说到肯定的意思，前面就会是 yes。 比如说呢，这个别人问你了说难道你不饿吗，那外国人就会，我们中国话就会说不，我很饿，是的我不饿。外国人不这样，外国比如说你问别人哈， aren't you hungry， 你难道不饿吗，他如果饿他就回答 yes I'm hungry， 如果他不饿他就回答 no I'm not hungry。 所以说呢，英美人的说法是更简单的，只要是肯定前面就是 yes， 只要是否定前面就是 no 就可以了。所以说大家看英文跟中文就是不一样，连这最最简单的 yes no 的回答就不一样的哈。那比如说呢，以后人家外国人问你说don't you like Beijing， 你难道不喜欢北京吗，那咱们中国话会说是啊我不喜欢。但是你如果一旦说了 yes， 有时候我们会用简单的回答嘛，你如果用了 yes， 那外国人就理解成你是喜欢的，你用了 no， 外国人就理解成你是不喜欢的，这样的话跟中文就反过来了哈。所以说一定跟中文这个时候大家要绕一个弯，反正就是外国人就更这个直接一些啊，前后就是一致的。接下来呢 Jenny 说 but his wife did， 但是呢他的妻子想，是啊，他不想离开，但是他的妻子想离开。好了，那么这就是这篇文章，大家来从前到后找一找，我们找到的文章当中出现的新的谓语动词的形式有什么呢？
在中间偏上的位置 Jenny 说的话当中有一个 I'll miss him 对吧有一个 will miss 接下来再隔两行还有 will all miss him 还是 will miss 再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啊，再接下来呢在下一行当中 when will the new people move 有 will move 以及接下来还有 I think they'll move in 哈、啊，还是这个 will move 啊，再接下来呢我们看下面还有一个Will see, will you see Ian today? 然后再往后就是那个简单的回答 Yes, I will 了也就是 Yes, I will see Ian today 所以说那么这篇课文的重点接下来大家来看就是这个一般将来时态那么我们来看看一般将来时态我们要怎么用然后具体的该要怎么表达大家这样来看哈现在呢我在屏幕上画了一个时间轴从左到右我们是从过去然后往将来走的那左边呢这是过去然后右边这就是将来我们如果说用现在这一段时间我用这样的一个方框来表示的话目前的一段时间发生的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般现在时态然后呢在现在的左边是不是就应该是过去时态了一般过去了那么在现在的右边是不是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了所以说一般将来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从现在看啊从现在看将要发生的动作这就是将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应用啊时间就是使用场合什么时候用呢就是从现在看将来将要发生的动作或者是情况了定义很简单就从现在看将来那么一般情况下大家在句子当中见到了 tomorrow next week 等等这样的时间状语的时候就提示你该用一般将来时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明天是不是将来的事情下个星期还是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用一般将来时态那么我们来看谓语动词的结构也特别特别简单先要有一个 will 我们在书上见到的或者说呢我们可以用 shall 然后加上动词原形啊 will 或者 shall 然后加动词原形的形式其中呢大家要注意 shall 只用于第一人称也就是说用 shall 的时候主语只有可能是 I 或者是 we 的形式那么这个 will 可以用于任何人称所以说同学们想以后我们是 will 用的多还是 shall 用的多当然 will 用的多了 shall 只用于第一人称 will 可以用于任何人称你都可以用 will 所以咱们书上出现的都是 will 见的最多然后一般都和主语缩写成 PLL 的形式比如说 I will 那就缩写成这样的形式我们就读出来就是 I'll 那 will you they'll 就是这样的否定的缩写就是那个 will not 呢我们也经常写在一块就写成WOMPT 我们读作 won't 同学们这个要注意好多好多同学都会问老师这个 won't 跟 want 有啥不一样我们之前不是学过一个 WANT 吗完全不一码事儿吧我们看看 want 就是一个动词表示想要而 won't 呢它是 will not 所以这两个大家要分清那我们来举例子了比如我说我明天要离开北京了I'll leave Beijing tomorrow 当然分开就是 I will leave Beijing tomorrow 那么比如我要说今天晚上会下雪 It will 天气我们都可以用 it 做主语 It will 那就是 it'll snow tonight 所以一般将来时它用起来特别特别简单哎，那大家想想看如果要变疑问句我们课文当中是不是出现过把这个 will 就提到主语的前面要变否定呢就在 will 后面加 not 了比如我要说今天晚上不会下雪我们先说否定就是 it won't snow tonight it won't snow tonight 你会想我吗哎，同学们记不记得我们说我会想你的怎么说 I will miss you 那变成疑问句你会想我吗 will 提到主语的前面也就是 will you miss meWill you miss me? 所以用起来很简单。哎，同学们，来帮我看看这句话怎么翻译哈。I was, am, and will be your friend.
I was, am, and will be your friend. 大家看这句话呢，其实是 I was your friend, I am your friend, and I will be your friend。简单的一个写法，就是把三个动词并列就可以了。那大家想想看 ，I was your friend 什么意思？我过去是你的朋友。I am your friend 是不是就是我现在是你的朋友 ？I will be your friend 那就表示的是我将会将来是你的朋友。那你觉得这句话我们要翻译成什么？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们看英文这个时态呀，看上去感觉是比较麻烦。我们中文动词都不会变，但英文当中不同时间这个谓语动词就得改。但它改完之后也有一个好处啊，表达出来会特别特别简洁。咱们不用非得这个，我们表达英文的时候不用非得把过去现在加上，因为我们用动词的形式就可以体现出来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了。所以你看这句话说的是不是特别好 ？I was, am, and will be your friend。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你的朋友。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学那个 be going to， 书上也出现过，对不对？那么 be going to， 我们说了，它本来就是一种将来，它本来就可以表示一种将来。但是呢，大家看。Be going to， 它表示将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不是翻译成打算的，打算做某事。如果是表示一些客观的人为都无法改变的事情，那你觉得能打算得出来吗？打算不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 be going to 了。比如我说我明年就20了，当然同学们老师不止20，已经明显看上去不止20，过过嘴瘾啊。我明年20了，你说我能打算吗？如果能打算，我还打算明年18呢，不行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说 I am going to be 20 next year， 而应该说成 I'll be 20 next year， 对不对？人为没法打算的事情，我们是不用 be going to 的哈，我们就不能说 I'm going to be 20 next year。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大家掌握的怎么样吧。来翻译两个句子。第一个，他下周搬家，下周叫 next week。他下周搬家，中国话不会把那个我们一般将来时态当中 will 那个 shall 就翻译成将要的意思。中文通常不会把那个将要翻译出来，你当然翻译出来也可以，他下周将要搬家。但是咱们中文不要将。不要将要，是不是表达的要更地道一些？那所以说你就不能看有将要我们再用将来，没有将要你就不能用将来，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不管中文里有没有将要这两个字，或者将或者是要，但是呢已经有了一个下周，明显就告诉你该用一般将来时态了。那么怎么说呢？ He will move next week。 或者同学们我们来看或者同学们我们来看搬家，你也可以说 move house， 这样也可以，就 move 后面加 house， 这就表示搬家了。你今晚给我打电话吗？你看咱们中文可以说成你今晚会给我打电话吗？会是不是有将来的意思？但是中文没有那个会照样能成立啊。但是你看看中文说的是你今晚给我打电话吗，显然电话打了没打，没打，今天晚上就是要打，他打电话的时候还没到呢，对不对？如果是已经打了电话，那我们是不是中文就会说成你今晚给我打电话了吗？对不对？有那个了，我们表示做过了。但是这么来用的时候，本身就说明还没发生，还没发生将要发生，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般将来啊？那我们要怎么说呢？ Will you 打电话，我们就可以用 call 了。 Will you call me tonight？Will you call me tonight? 你今天晚上会给我打电话吗？好，我们再来翻译一个看看。大家看，明天我不来了。明天 tomorrow， 那肯定是一般将来。怎么说呢？不来就是 will not come。will not 和这块我们会写成 won't， 那也就是 I won't come tomorrow。I won't come tomorrow。 好，那这就是一般将来，我们就讲到这儿。那么同学们，咱们一册这本书上没有出现过去将来时态，我稍微提一下，其实特别特别简单。这个过去将来时态呢，大家来看看这个时间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是现在，左边是过去，右边是将来。那么针对于
过去将来呢？大家看，比如说这个笑脸，这是一个人啊，他是站在过去的，站在过去呢，然后要看，比如说后面发生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发生在从过去看，是不是在过去的后面，也就是将来。那么呢，那这样一来，他在过去看将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一般将来了。一般将来是我们人站在现在，站在目前看将来。那么对于你人如果站在过去看将来，不管这个将来，对于过去这点看将来这个动作是发生在过去呀、啊、还是这个发生在将来，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人是站在过去看将来的这个动作，不管说现在有没有发生，反正是针对过去这个点，这个动作还没发生是将要发生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过去将来时态。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明白，站在现在看将来我们用一般将来时态，站在过去看将来我们用过去将来时态。那么结构呢也特别的，就是过去将来时态啊，表示从过去看这样发生的，结构也特别简单，把那个 will 换成它的过去式 would 就可以了。同学们，对于一般将来时态当中这个 will 也好，或者是过去将来时态当中这个 would 也好，它俩呢其实是相当于情态动词来用。那么情态动词后面永远都是要用动词原形的哈。所以说像一般将来时态、过去将来时态，我们用起来特别特别简单，谓语动词根本不会随着主语的变化而变化。那我们举例子，比如我说他说他明天不来了，同学们我们刚才说我明天不来了是怎么说来着， I won't come tomorrow， 他说他明天不来了。那现在如果我之前用的是 he said， 他说这个动作是发生在过去的，他明天不来了，那是不是就是从过去看将来？那么从句当中我们就得用到过去将来时态。 He said he wouldn't come tomorrow， yeah， He said he wouldn't come tomorrow。 当然呢，这是后面我们学到的，我们要学的间接引语。间接引语由于现在我们暂且还没有学，等我们学到这儿的时候，过去将来时态我们会用到，所以大家呢简单的作为一个了解过去将来就是把一般将来那个谓语动词 will 我们把它换成 would 只是表达的是从过去看将来，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一般将来时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双数课的练习题， when will 怎么怎么样，什么时候要什么什么。大家来看看187页，有一个方框，上面标的是一些时间状语，有一些咱们已经看过了。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天叫 today， 今天早上我们叫 this morning， 今天下午 this afternoon， 今天晚上 this evening， 然后今天夜间我们会用 tonight。 那么明天呢，大家来看哈，明天叫 tomorrow，明天早上我们叫 tomorrow morning， 明天下午 tomorrow afternoon， 明天晚上 tomorrow evening， 明天夜晚 tomorrow night。 再来看后天叫 the day after tomorrow， 那么后天早上我们用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morning， 后天下午、后天晚上，表达方式类似，后天夜晚叫 the night after next，the night after next。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之前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前面143页的表格，同学们你往前翻一翻，我们在143页的时候是不是也见过一个表格，那个表格呢跟这个表格有类似的地方，今天是一样的，然后呢只是那个表格当中出现了昨天前天，昨天前天的表达，大家看看你还记不记得，把昨天前天的表达以及明天后天的表达，也就是说目前这几个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这5天当中具体的某个时间表达，上午啊、下午啊、晚上啊、夜晚呀、这些表达大家是要会的。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凡是我们说到跟昨天、跟前天相关的时间状语出现的时候，我们该用一般过去时态了，对不对？那么一旦出现了跟明天或者是跟后天相关的时间状语，我们就该用一般将来时态了。
好，咱们来看看这些习题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看188页 Part A， 咱们先看 Example。 It will rain tomorrow， 我们就改成 It'll rain tomorrow。 哎，也就是说呢，让咱们把一般将来时态那个 will 跟主语把它合在一起写 It'll rain tomorrow。 接下来所以就特别特别简单了，大家看第一题， He will arrive tomorrow morning。 He will 我们就缩写成什么？ He'll arrive tomorrow morning。Next one, she will come this evening. 那 she will 我们就写成 she'll. It will 那和写就是 it'll. He will 和写就是 he'll. 所以说这部分特别特别简单，我们不做多说了。接下来来看 part B 的部分。It rained yesterday. 昨天下雨了，改成 yes, and it will rain tomorrow too.是啊，昨天是下雨了，而且呢明天也会下雨。也就是说针对每一句话我们都用一个一般将来的时态再表达一遍。八道题我们不妨都来做吧。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It snowed yesterday， 那我们就要改成 Yes, and it will snow tomorrow too， 最后再加上一个 too。Next one, he got up late yesterday. 他昨天起得很晚。那么 yes, and he will get up late tomorrow too. Yes, and he will get up late tomorrow too. 注意，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动词的过去时，我们在把它改成一般将来时态的时候，那个动词我们是不是就要还原用它的原型了？ Number three, he arrived late yesterday. 他呢？昨天这个到得很晚，我们回答 Yes, and he will arrive late tomorrow too. Next one, he finished work late yesterday. 他昨天做工作，做完工作做得很晚，那我们就说 Yes, and he will finish work late tomorrow too. She drove to London yesterday. 他昨天开车去伦敦了。他们 drove 的原型是drive， 那我们要改成 Yes, and she will drive to London tomorrow too. Next one, she telephoned him yesterday. 她昨天给他打电话了。我们改成Yes, and she will telephone him tomorrow too. Next one, he had a shave yesterday. 她昨天刮了刮脸，刮了刮胡子。Had， 同学们，原型是什么？Have， 对不对？那我们要改成什么呢？ Yes, and he will have a shave tomorrow too. Next one, she swept the floor yesterday. 她昨天扫地了。 Swept 原型叫 sweep，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说呢？ Yes, and she will sweep the floor tomorrow too.好，针对一般将来时态呢，我们就学到这里。其实大家看，一般将来时态是不是我们现在学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时态当中最好学的一种时态？那么谓语动词根本不会随着主语的改变而改变啊。那么还有呢，动词摆在这儿，我们都是用的原形，因为 will 是相当于情态动词来用的。好了。好，那么一般将来时态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上一节课呢我们说这一节课会讲一下数词，所以同学们我们今天集中来看一下英文当中的数词，包括基数词和序数词两部分，我们分别是什么。那么说到数词呢，最基本的数词我想大家知道，比如说从一到十大家是不是基本上都能数得出来， 1, 2, 3, 4, 5 等等。那么这样的就是基数词。序数词呢就是我们表示顺序的，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序数词。那我把基数词和序数词放在一起来讲。好，大家来看，一大家知道是叫 one， 第一呢叫 first， 以后大家见到序数词通常会采取一个缩写的形式，那就是比如说第一呢阿拉伯数字一写在这儿，后面用这个词序数词的最后两个字母加上，那当然读的时候我们仍然读作 first。 那二呢这就叫 two， 然后跟它对应的第二叫 second， 当然我们缩写的时候也写成 2nd， 读的时候仍然读 second。 那么三 three， 它的第三叫 third， 然后呢仍然写的时候写成 3rd， 读的时候仍然读 third。 四 four，它第四我们看用 fourth， 大家看只是在基数词的后面加上了一个 th 而已，看到没，我们就读作
fourth. 接下来呢，五叫 five， 第五呢，在五的基础上稍微改了那么一点点，把这个 ve 改成 f， 然后又加了一个 th， 我们读作 fifth。 写的时候缩写全都是阿拉伯数字加上后面的两个字母。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六叫 six， 那么第六呢就是 sixth， 写的时候也写成六 th， 当然仍然这么读。接下来大家看，七叫 seven， 第七呢 seventh， 是不是就在七的基础上后面加上了一个 th？ 八叫 eight， 然后呢第八在 eight 的基础上后面要加 th， 但是呢人家最后结尾的是一个 t， 如果再加上一个 th， 我们读着是不是会稍微有点怪，看着也难受，所以干脆就借用它的一个 t， 我们直接加h 就好了。然后呢九 nine， 大家看看九改成第九的时候，我们去掉了一个字母 e， 然后又加了 th， ninth。 然后再来看十啊，改成第十就是 ten， 那么要改成 tenth， 直接加 th。 所以大家看，从一到十这几个数字当中，也就是一二三的序数词比较特殊，人家有专门的词 first second third。 从四到十基本上都是加上 th 就好了，个别特殊的比如说五呢，我们要把那个 ve 改成 f 再加 th， 然后呢这个八呢只加一个 h， 九呢去 e 再加 th， 但是大规律是不是都是在基数词的基础上后面加 th 就变成了序数词，对不对？好了，这是一到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十一呢，我们看看哈，叫 eleven。那么第十一叫 eleventh。然后接下来十二叫 twelve， 改成第十二呢，在 twelve 的基础上把 ve 改成 f 加 th， 哎，跟前面的哪个词改起来特别的像？五，对不对？ five 改成 fifth， 这是 twelve 改成 twelfth。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thirteen 十三，那么改成 thirteenth， 在后面加 th 就好了。接下来大家再来看十四 fourteen， 那么变成第十四呢 fourteenth， 后面缩写的形式我就不再写了哈，都一样的，就是我们以这个阿拉伯数字后面加最后两个字母就可以。接下来我们看十五叫 fifteen， 第十五呢 fifteenth， 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加 th。 那好，到这儿呢同学们咱们稍微停一下，我们看刚才的一到十，我们肯定基数词一到十 1, 2, 3, 4, 5, 6, 7, 8, 9, 10， 我们肯定得记啊。那么变成序数词的时候，前三个是特殊的，后面基本上的大规律就是加 th。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大规律，基数词变序数词绝大多数大家看基本上都是加上一个 th， 只是有个别的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看看基数词，我们记的时候可不可以更省事儿一点儿？十一有专门的词 eleven， 十二有专门的词 twelve， 十三有专门的词 thirteen。 好，往下看，从十四然后十五，感觉是不是就是在四的基础上后面加上了一个 ten， 五的基础上然后加了一个 ten， 不过五呢我们要改成那个 five 还是要改成 f 再加 ten。 那同学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记十几这样的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原来几的基础上再加上 ten， 但是我们从十四开始啊，十一十二十三就跟一二三一样，它稍微有点特殊，不过十三跟原来的 three 是不是也挺像啊？三叫 three， 那十三叫 thirteen。 反正总之呢，大家见到 ten 结尾的这个 ten 表示的就是十几。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看哈，比如要表示十六呢，我想现在大家是不是基本上应该有个印象了，十六，六叫 six， 十六就叫 sixteen， 那么第十六就叫 sixteenth。然后十七呢，七叫 seven， 十七就应该是 seventeen， 那么第十七就应该是 seventeenth。 十八，八是 eight， 那么十八应该叫 eighteen， 然后呢那么第十八 eighteenth。 哎，大家要注意的是，十八呢，我们最后在八的基础要加上一个 ten， 但是人家已经有一个 t 结尾了，所以呢我们直接借用一个 t 又加了一个 en 就好了。接下来大家看，再到十九，
就是在九的基础上 nine 后面加 T-E-N 19，那么第十九也是 19th。大家注意九到十九没有去掉 E 啊，包括十九到第十九也没有去掉一个 E。刚才的我们的九到第九是去了一个 E， 又加 TH 的。再接下来大家看。二十有点特殊了，二十不叫 teen 了， teen 表示的是十几，二十已经不是十几了，二十这个词叫 twenty。 哎，大家不觉得 tw 基本上都是跟二相关吗？你看二叫 two，two， 十二叫 twelve，twelve。 那么二十呢叫 twenty， 反正是见到 tw 基本上就跟两个相关。然后第二十大家看，在 twenty 的基础上没有直接加 th， 把那个 y 变成 i， 又加了一个 eth。Y 变成 I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前面学很多，比如说名词变复数，动词变过去式，是不是辅音字母加 Y 结尾 Y 都会改成一个 I。 但是呢在这儿 Y 改成 I 之后又加的是 ETH， 凭空多上了一个 E。 那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你也不能就读作 twenties， 而应该是 twenties。哎，这个发音特别特别怪哈，这个 I 需要发音，这个 E 也需要发音。我们再来一遍 twentiesTwenties。 那么数词接下来二十之后的，那同学们说这个二十之后的是不是太难表达了？那英文当中那么多数字呢，从十几到几十，然后到几百，到几千，到几万，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十亿，那我一个一个都要学吗？不用，后面有规律。那么接下来的大规律是什么？咱们下一节课来了继续。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的新概念英语课堂，我是曲慧珍曲老师。那么上一节课我们学到了数字，同学们帮老师复习一下，看还记不记得啊。我们数字呢分两方面，基数词和序数词。咱们先说基数词，从一到十分别是什么，跟老师一起说哈。 1, 2, 3, 4, 5, 6, 7, 8, 9, 10啊，这是一到十。那么变成序数词呢，基本上的大规律就是在基数词的后面加上 th， 但是一二三是例外的，一二三分别有专门的词，第一叫 first， 第二 second， 第三 third。 从四到十基本上就是在后面加 th 了，但是有个别例外的，比如说五我们要把 ve 变成 f 再加 th， 那么八呢我们只加一个 h， 还有九呢去掉 e 再加 th。然后大家再想，从十一到二十分别是什么哈？我们先说基数词，十一 eleven， 十二 twelve， 十三 thirteen， 十四 fourteen， 十五 fifteen， 十六 sixteen， 十七 seventeen， 十八 eighteen， 十九 nineteen， 二十叫 twenty。那么然后呢，大家要想一想，从这个十几的词我们变起来基本上是在原来的几，比如说十二啊，十二是例外的，比如说十四就是在四的后面再加上一个 T-E-E-N， 对不对？但是呢十一十二十三仍然是例外的，十一叫 eleven， 十二叫 twelve， 十三叫这个 thirteen。 然后呢变成这个序数词呢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 th 就可以了， eleven 就是 elevens，12要把 ve 变成 f 再加 th， 那么13然后一直到19我们都直接加 th， 20稍微有点例外，20呢我们需要把 y 变成 i 再加上一个 eth。 大家可以再看一眼哈，我们来看看20由 twenty 变成第二十 twenties， 这个发音 i 跟 e 都要发出来，我们再读一遍 twenties。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二十往后怎么说哈。好，大家来看二十一呢叫 21， 哎，我们看是不是就是在 20 后面再加 1 就可以了，二十我们学过，一我们也学过，所以二十一就是二十再加一 21。 那么第二十一大家来看 21st， 哎，我们二十往后大家看基数词变序数词呢，前面这个压根没变，只是把后面的个位数这个 one 我们换成 first 就可以。当然我们缩写的时候，同学们你说要缩写成什么？
二十一后面应该是 ST， 我们看最后两个字母哈。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可以跟我说出来了，二十二的基数词应该是 twenty two， 那么第二十二呢就应该是 twenty second， 那缩写呢也应该是二十二阿拉伯数字后面再加Andy， 对不对？好，二十三，那就应该叫 twenty， 后面再加三 ，three，twenty-three。那么第二十三，把三改成第三 ，third 就好了。那我们缩写的时候呢，仍然二十三后面加 rd。好，再往后，二十四 ，twenty-four。那么第二十四 ，twenty-fourth。同学们，接下来从二十五到二十九，我们是不是不用一一写了？模式都一样。对不对？那么二十往后，二十一到二十九，我们就是二十后面再加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变序数词的时候，只需要把个位数上变换成序数词就可以。那么整十的位我们是不变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三十叫什么？二十叫 twenty， 我们再来看三十叫 thirty。thirty， 那变成序数词呢，也是 thirtieth， 当然缩写的时候还是三十后面加 th， 跟第二十的变换方法是不是很像 ？y 变成 i， 我们再加 eth。好，这是三十 thirty， 然后四十呢？好，大家看 forty， 哎，是不是就是在四的基础上后面加了一个 ty， 但是呢，需要把字母 u 给去掉。本来四是 four， 我们去掉一个字母 u， 那么这样读音是不变的，还是 forty， 那么改成第四十也是 fortieth， 整十的变化规律一样。接下来大家帮我想想看，五十的基数词就应该是什么？五叫 five， 那五十就应该是不叫 fifty， 把 ve 改成 f fifty， 那么第五十也是 fiftieth， 六十我们是不是大家能说出来了？叫sixty， 对不对？那么第六十呢 ？sixtieth。好，七十 ，seventy， 第七十 ，seventieth。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八十，叫 eighty。那么当然由于有一个 t， 八 eight 本身一个 t 结尾了，我们后面再加上一个 y 就可以了。那么序数词 eightieth， 九十。ninety， 那么第九十 ninetieth， 注意大家看这个是没有去 e 的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从二十到九十这几个整十的变换规律是不是很像？二十有点例外 ，twenty， 三十有点例外 ，thirty， 从四十一直到九十，就基本上在从四到九的基础上后面再加 ty 就好了。所以大家以后见到 ty 结尾的，这是表示整十的。我们刚才 ten 结尾的 ，teen 结尾的是表示十几的，对不对？这两个可不一样哈，这是两大类。当然有个别例外的，比如说八十呢，我们就只加一个 y， 然后前面还有四十呢，我们要去掉一个 u 等等，还有像五十呢 ，ve 要改成 f。好，变成基数词 ，sorry， 变成序数词都整十变成序数词都是把 y 变成 i， 然后后面再加 eth。好，我们再来看，这是从二十到九十中间的任何一个，大家想想看能不能说出来。比如我要说八十二，咱们怎么变？八十二就是八十再加二，基数词就叫 eighty two。那么第八十二呢？八十是不变的，把 two 改成 second， eighty second。九十九呢？99。那么第九十九 ninety 不变，把 nine 再改成 ninth。对不对？好，再往下，到了百，到了一百，不一样了哈。同学们看，一百叫 100， 那么第一百呢 ，100th， 在 hundred 后面再加上一个 th。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是二百呢，一百叫 100，100 就是百，那二百是不是就应该把 one 改成 two？ 有的同学说，二这个 one 改成了 two 之后 ，hundred 要不要加 s？千万不能加，二百就叫 200， 不加 s 的哈。那三百 300， 四百 400， 等等等等。那么比如说要表示第二百呢，那就是 200th。同学们好在，数目在大的时候，我们用序数词用的就很少了，一般是用基数词用的比较多。
那么然后大家再想想看，我要表示105，你要怎么表达？那就是100再加5 105, 108, 108, 181呢？100然后再加81，80我们不是有了吗？80再加1，然后前面就是100，所以说出来就是 181, 对不对？199呢，那就应该是 199, 999呢，那就是 999，我们就不再一一写了哈。所以那也就是说，现在从这个100往下啊，从100、101，然后一直到999，模式都很像，我们要靠这个 hundred 的这个词来体现，要百。那么接下来到千，我们又需要一个新的词了。好，接下来大家来看，到了千这个词呢，叫 thousand。那所以1000就应该怎么说 ？1000， 2000。2000, 2008, 2008, 2000,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10年啊，那就叫 2010. 所以我们知道千了，再往后具体表达的时候呢，比如我们要说到8888，怎么表达？先说8000, 8000, 再说这个800，那就是800，再说80, 80，再说8888，那么接下来千这个词叫 thousand， 再往下我先不跟你一一说了，我们先学俩词，一个叫 million， 这个词你可以读成 million， 可以读成 million， 表示的意思是百万，同学们不是万，我们看英文当中千往上没有词了，没有万这个词，没有十万，然后呢我们有百万，百万再往上没有千万，没有亿，那我们接下来有 billion， billion 的意思是十亿啊。那有的同学说，我这不是千吗？我要表示万怎么办？一万就是十个千，我们就叫 10,000。那你要表示十万呢？十万就是100个千，我们就叫 100,000。然后百万就有词了 ，million。比如你要说200万，那就是 2,000,000。500万 ，5,000,000。那有人说我要说1000万呢？1000万就是10个100万，就叫 10,000,000。所以说你要知道英文当中它不是对应的中文每一个词都有哈。然后 billion 这就是10亿了。有的同学说，老师我看着这个数字太大了，有点晕。没关系，咱试试看哈。那比如说一个具体的数字，我们要该怎么读出来呢？大家来看，我们尝试尝试哈。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说一个数字哈，比如说就这个数字吧。大家看，我们有这个数字，要怎么样拿英文读出来，这是个问题，太长了吧？你说我们要数出来，这是不是太费劲了？一般谁也不能看到这样就直接读出来。我们有一个简洁的办法，同学们，我们来看，从呢最右边算，三个我们。这个打一个逗号，三个打一个逗号，这样的话这个词我们就把这个词分成了三段，分成了三段，那么我们从最右边数哈，每一个逗号它代替的是一个词，大家觉得这个逗号代替的是什么？千，对不对？ thousand。 再往左边这个逗号代替的就应该是什么？那就应该是million。 如果我们前面再有的话，同学们，比如我说要再加一个，那我还要多一个逗号，那这个逗号代替的就是 billion， 看到没？咱们先要把看到一个长数字，先要学会把它分成段，从最右边看，三位三位把它隔开，然后呢注意最右边这个逗号代替的就是 thousand， 然后往左 million， 再往左就是 billion。 那我们读的时候其实就好办了，我们就把它这样分开一节一节的读就可以，我们从最左边开始读，当然要从左开始读了，从大读到小，对不对？那么这块呢，这个逗号同学们一定要读出来，这个逗号代替的是 billion， 前面是 two， 那我们就读成 two billion， 段跟段之间没有联系的 two billion， 接下来这就是123个 million， 123我们会读吧， 123 million， 一定要把 million 读出来， million 不读出来那数字差的可太多了。接下来这就是456个 thousand，
456,000 再加上789 ,789,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分完段之后我们读起来是不是就很简单了？那我们再来尝试一个，我们也读读看哈。好，我们再来一个。好，比如说同学们看这个数字我们要怎么读出来，是不是先要分段来着啊？三位一段，三位一段，然后再往前分三位，我们再往前分。好，那么这样分段之后，那你要知道最右边的逗号代替 thousand， 然后是 million， 然后是 billion。 好，那前面就是十个 billion，对不对？他们这个零可千万要读出来，零不读出来也差的太多了。这就是十个million， 十个 billion， 我们要怎么说呢 ？ten billion， 然后就是890个 million， 那就是 890 million， 再接下来就是766,000 ,766,000， 接下来782。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 Sorry， 我们再来读一遍哈。Again， 10,890,766,782。所以说，同学们，基本上我们见到再大的数字也都可以读出来了哈。所以，那这就是数字，因为再往后说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很少用序数词。你序数词是第几第几？你想，你数到第八万。数不出来，太多了，对吧？序数词，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前面那些词用序数词用的比较多。当然，后面这些词如果你要增加序数词的话，只在个位数上变成序数词就好了。好，这就是有关数字的表达方法。大家看，规律很明显。但是呢，有一些也必须要记，比如说呢，一到十我们要记，然后十一到二十也要记，然后呢，二十，然后整十的一直到九十，这是要记的，然后呢，百、千，然后还有百万，以及英文当中的十亿，这几个词要记，其他中间的我们有这些词就可以一一把它推导出来了。好了，那么数字我们也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下一个小单元，同学们，我们要来看 Lesson 95 95课 Tickets please 啊，就是请出示您的票。在这个小单元呢，95、96课，一方面咱们要进一步熟悉一下我们之前所学过的一般将来时态，另外我们还要看看一般将来时态有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时间状语的表达。好，咱们先来读一下生词。First one， 同学们把书打开到 page 193， 193页，我们来读单词。First one， return， return。 Next one， train， train。 And then platform， platform。 Next one， plenty， plenty。 Then bar， bar。Next one, station, station. Then, porter, porter. Next one, catch, catch, caught, caught. Catch, caught, caught. Miss, miss. 好，我们来看看这些单词。咱们先来看 return。可以表示返回啊，或者归来。今天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名词。比如说呢，我们经常说 a return ticket， 就叫 ticket 是一张票 ，a return ticket 什么票呢？返程票，有去有回的返程票就叫 a return ticket。大家看没看过《指环王》？《指环王》的这个最后一集叫 The Return of the King， 王者归来。那 return 就是回来呀， of the King， 国王的归来，那翻译成王者归来的。然后大家再来看看，那么一张返程票叫 a return ticket， 如果是单程票呢，我们叫 single 或者 one way 也可以。你可以说 a single ticket， 可以说 a one way ticket， 都可以表示一张单程票。
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哈。再往下大家看 train 这个词就表示火车了。哎，说到火车呢，我们得知道一些常见的搭配。比如说乘火车，我们之前见过，课文当中我们说过叫 by train， right？ 乘火车叫 by train。 那么这是一个介词的搭配哈。那你要乘火车，你得上啊，你得下呀。好，上火车，同学们来看这个动作叫Get on the train。 那比如说你上了火车了，你要坐火车旅行啊，然后你给你妈打电话，你说妈妈我上了火车了，你就可以说 I got on the train。 那 get on the train 上火车，下火车呢就叫 get off the train。 off 就是脱离，你跟火车脱离了，就是 get off the train。 get on就表示上， get off 就表示下。其实我们以后见到这两个不一定指的是上火车下火车，包括上公共汽车、上飞机、上轮船，我们都可以用 get on get off。 那么如果要说赶火车呢，我得赶一趟火车，赶后面有这个词叫 catch， 赶上一列火车叫 catch a train。 当然你要说赶上那列火车，我们就用 catch the train。如果是错过了一班火车，后面这个词也有，错过这个词叫 miss a train， 错过一列火车。当然你要说错过那列火车，我们把 也改成 the。 啊，你说哎真遗憾我错过那班火车了，你就可以说 I missed the train。 What a pity I missed the train。 好，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咱们再来看platform， 表达的意思比较多哈，它可以指站台，就是像坐过火车的同学都知道那个站台，你要站那等这个火车嘛。然后包括讲台以及舞台，包括戏台，总之呢，或者说一个平台都可以叫一个 platform。platform 总之它就是一个平台，所以可以指站台、讲台、舞台、戏台等等都可以叫 platform。这句话咱们读读看就可以哈。比如说呢，我们在机场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在火车站会听到 The train to Nanjing leaves from platform 5。 The train to Nanjing 就是到南京的火车呢 leaves from platform 5， 从五站台离开。那我说 Please wait at platform 5， 请在五站台等候啊，所以就站台很好说。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同学们 plenty 这个词要注意一下用法哈，它表示大量、充裕、足够。 plenty 给人的感觉就是足够啊，反正不管你有多少人，需要多少东西，足够了，绰绰有余，这叫做 plenty。 我们用的时候一般都会用 plenty of， 足够多的什么什么，绰绰有余的什么什么。 plenty 后面要先加上一个 of， 再加上一个名词，因为 plenty 本身是一个名词哈，它后面要再加 of 才能往后面再跟一个名词。大量的什么什么修饰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都可以，但我们通常不用于否定句啊，往往不用于否定句。比如我要说这个足够多的座位，我们就可以说座位这个词叫 seat， 就可以说 plenty of seats。 plenty of seats 说一个句子吧，我有足够多的时间，但是我没有太多的钱。哎，看看这句话怎么说呢，我有足够多的时间， I have plenty of time， but 我没有太多的钱。这个太多我们一般不用 plenty of， 如果你即便你说我没有足够多的钱，我们通常也不用 plenty of， 我们现在就用太多的。之前我们学过在否定句当中表示太多修饰不可数名词我们用谁来着， much， but I don't have much money， I have plenty of time but I don't have much money。 继续往下看，bar 这个词大家生活当中肯定都见过，哪哪写的都是哈，酒吧上往往就会有这个词， 就叫 bar。 英国人管酒吧也叫做 pub， 大家见到这个词的时候你注意它就跟 bar 是一样的，英国人特别喜欢用这个词。也来我们读一遍 after me， pub pub。 好，继续往下看，
再来看 station 翻译的可比较多了，什么站呀，什么局呀，什么台呀都可以。比如说火车站，我们之前见过叫 railway station， 这个地铁站我们也提到过，对不对？地铁叫 subway， 那地铁站就叫 subway station。 那公共汽车站呢，哎，公共汽车站可不一样了，同学们。比如说呢，我们之前学的那种路边停下就走的不叫 station， 那叫bus stop， 但是公共汽车站咱们确实也可以叫 bus station， 它指的是那种比如说有很多路公共汽车，它要到一个总站，要进到一个院子里，然后呢旁边会有房子呀什么的，那样的还是叫 bus station， 路边的叫 bus stop， 这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接下来同学们你帮我看看这要翻译成什么， police station， police 是警察，那 police station 呢我们翻译成警察，你总没有办法翻译成警察站吧，这我们翻译成警察局，对不对？这接下来你看这个呢， TV station， 电视啥，电视站肯定不行，电视局我们中国话也不这么说，我们中国话说什么，电视台呀， TV station， 电视台。那我们再看 gas station 呢， gas 是汽油，那么在这儿指的就是加油，当然这个我们还是翻译成站哈，加油站等等， station 翻译出来比较多，站什么局什么台都可以叫 station。 咱们再来看 porter 呢，其实 porter 最最基本的意思是搬运工，比如说大家要坐火车呀，坐飞机呀，帮你运行李的，尤其是坐火车帮你运行李，可以提前进站的那种，把你拉到站里面，把行李给你弄过去，就那种小红帽啊，就那些人可以叫 porter。 他还可以指一个看门的人，然后呢也可以指一个收票的人，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坐火车，然后这个火车到了，然后该检票进站了，就是那个检票的，那也可以叫 porter。 然后 catch 不说了哈，抓住接住，我们说赶上这个公共汽车，赶上火车也都用， miss 也是我们讲过的。好，单词我们就到这里为止，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课文，仍然是听一下录音回答一个问题。 Lesson 95 Tickets please。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y did George and Ken miss the train? Two return tickets to London, please. 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At 19 minutes past 8. Which platform? Platform 2, over the bridge.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At 8:19. We've got plenty of time. It's only 3 minutes to 8. Let's go and have a drink. There's a bar next door to the station. We had better go back to the station now, Ken. Tickets, please.We want to catch the 8:19 to London. You've just missed it. What? It's only 8:15. I'm sorry, sir. That clock's 10 minutes slow. When's the next train? In 5 hours' time.Okay, everyone. Why did George and Ken miss the train? 他们两个为什么会错过火车呢？看着时间还足够多呀，回来的时间觉得也行啊，为什么会错过？因为那表不太对劲儿，对吗？ The clock is 10 minutes slow. 啊，那表啊慢了10分钟，所以就把火车给错过了哈。好，那么这篇课文咱们来看看，注意一般将来时态的应用，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些时间状语的表达哈。我们从头看。这是 George 来买票哈， To return tickets to London, please. 啊，我要两张到伦敦的 return tickets, 就是返程票。然后接下来呢，问了说 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下一列火车什么时候离开呀？What time? 其实大家说这个 what time, 什么时间，类不类似于我们用一个词 when? When 也可以，对不对？
感觉可能 what time 要稍微准确一些，不过差不太多。我们可以用 when， 完全可以说 when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你想想看，下列火车当然还没走，如果走了就不叫下列火车了，就叫上列火车。所以说到下列火车什么时候离开，那肯定是将要离开，所以我们得用一般将来时态。大家要注意，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就尤其要注意它跟中文不一样的地方。中文不是说这个有时候时间给咱们说的那么明确，但是我们要从其中推断这个动作是正在发生呢，还是没发生呢，还是将要发生呢，还是发生过了呢，等等，所用的时态就不一样了。好，接下来这个 attendant 就是那个服务员啊，卖票的人就说了at 19 minutes past 8， 大家还记不记得 19 past 8， minutes 要不要都可以，这是几点，这叫 19 minutes， 这是19分， past 8 过八点，那其实也就是8:19哈，下一列火车呢8:19离开。然后接下来George 就又问了 ,which platform, 哪个站台呀，你当然要知道哪个站台，你好在哪个站台等呀。然后服务员说 ,platform 2, 第二站台 ,over the bridge, over, 记不记得我们学过可以表示跨越，那意思也就是说跨过这座桥，就是你要过了这座桥，那么当然 bridge 在这儿指的是那个天桥了啊，你要过了这座桥，在桥的那面啊，第二站台等候就好了。然后呢接下来 George 买票回来了，这是 Ken 要跟他一块走啊。 Ken 就问了 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跟刚才那句话是一样的。然后呢 George 又回答了一遍 At 8:19。 我们看时间的表达方法完全可以小时在前分钟在后哈。然后 Ken 说 We've got plenty of time。 哎，那这么说来我们时间多的是呢，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我们记不记得表示有以及表示生命，我们都可以在 have 后面加got， 一般现在时态里哈，所以就可以说 we've got plenty of time， 足够多的时间。推门，我问问你，这句话如果要变成疑问句怎么问？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吗？对于 have got， 我们要变疑问句呢，只能把 have 当助动词往前提了，对不对？ Have we got plenty of time? 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吗？好，继续往下看。George 说 It's only 3:58， 现在只有差3:08，那就是7:57。当然咱们可以说 7:57， 现在只有7:57，那么到火车离开这时间还多的是呢，对吧？还有20多分钟呢。Let's go and have a drink. 我们去喝一杯吧。Let's go and have a drink. 同学们，我之前是不是讲过，祈使句当中两个动作连用，习惯于会用 and 连接起来。Let's go and have a drink. 但是其实口语当中，同学们就可以直接说成 Let's go have a drink. 但是是口语，书面当中不能这么来用哈。就是口语当中用起来，把那个 and 就去掉了。Let's go have a drink. Let's go see a movie. Go wash your hands. 去洗洗你的手，等等。There's a bar next door to the station. 那有一个酒吧。There's a bar next door to the station. 同学们 ，next door 下一个门，你说表示什么意思？那就是隔壁呗。也就是说，火车站的隔壁有一个酒吧。咱们书上用 next door to the station， 其实我们直接可以用 next to the station， 不加 door 也可以，就是在火车站的旁边。以后我们见到 next to 就表示在旁边， next 是下一个，下一个那当然就是在旁边了，要不要 door 都可以。然后呢在这儿喝了一杯，喝着喝着，然后 George 说we had better go back to the station now Ken， 说看呀，我们现在最好是回车站去吧，万一一会儿再误了呢。We had better go back to the station now. 同学们画下来 had better. 我们这篇课文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had better 的用法。大家看 had better， had 的意思是有 have 的过去时， better 呢是那个 good 也好 well 也好，它的比较级，比较级我们还没有学到，这表示更好。那你翻译成有更好，
完全解释不通。同学们 ，had better 不要单个的来翻译，你先知道它后面一定要用动词的原形，然后呢，咱翻译成最好怎么怎么样啊？我们来看，没有完全没有人称的变化，因为动词的过去式就不随着主语的改变而改变了，可以指现在或者将来的事情，不指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可以，虽然有一个 better， 完全没有比较的意思，完全没有比较哈，说就它没有更好，没有这个比那个更好的意思，只是说明应该去做一件事情。通常我们是用来提出一种建议的，所以就类似我们翻译成最好，那个 had 我们经常可以缩写成撇 d 的形式，最好。比如我要说，我最好走吧，我最好走了 ，I'd better go。要不然我妈妈就给生气了啊 ！I'd better go， 我最好走了。你当然说全了，就是 I had better go。你最好先问问你妻子 ，You'd better 问问你妻子 ，ask your wife first。You'd better ask your wife first。你最好回家吧 ，You'd better go home。所以我们看用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哈。如果说是否定呢，最好不，我们看上去有个 had， 同学们，否定呢，我们却是在整个 had better 的后面加 not， had better not 怎么怎么样。比如我说，你最好别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叫 tell her the truth， 你最好别告诉他事实的真相，那就是 you had better not tell her the truth， 单人缩写就是 you'd better not tell her the truth。我们最好别把他叫醒，把他叫醒叫 wake him up， 我们最好别把他叫醒 we'd better not wake him up， 这就是这个 had better， 后面要跟动词原形否定，在 better 的后面加 not。 另外同学们稍微需要提醒一下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 had better 用起来呢，大家想想看它的意思，我们是翻译成最好怎么怎么样，那你想想看，你可以跟同龄的人说你最好怎么怎么样，我最好怎么样。如果是你的上级或者长辈呢，你最好，你在比如说你在给上级或者长辈提建议的时候，你说你最好，感觉好像你比别人懂得要多，对吗？所以很少用于对上级或者长辈，不是太礼貌，平级的比如说同龄人呀这种，或者对下级呀都没有问题哈，这是生活当中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地方。好，咱们继续往下看，两个人就回车站了，那个检票的说 tickets please， 啊，检票啦，然后呢就请出示您的票。 George 说 we want to catch the 8:19 to London， 8:19 后面当然省掉了train， 我们想赶上啊，这8:19的到伦敦的那班火车，到哪哪哪，我们就用 to London。接下来那个 porter 那个检票的说 ，You've just missed it， 你们刚刚错过了。刚刚出现 just 表示刚刚，我们习惯上都会用现在完成时态啊。你们刚刚错过了，这我就很纳闷啊 ，What？ 怎么能错过呢？It's only 8:15， 现在只有8:15呀，那不是8:19的吗？然后这个 porter 就说了 ，I'm sorry, sir， 先生，很抱歉 ，That clock is 10 minutes slow， 那表啊慢10分钟，所以那当然错过了嘛。好，同学们，以后你要说表慢多久，我们就用时间后面加上 slow 就可以了。比如你要说我的表慢5分钟。你就可以说 My watch is 5 minutes slow， 我的表慢这个2秒钟，秒钟这个词叫 second， 当然你的表太厉害了，2秒钟就可以看得出来。My watch is 2 seconds slow。 如果要表示快呢，快5分钟，同学们怎么办？跟 slow 对应的就是 fast， F-A-S-T， 老师不写了，就是 F-A-S-T， fast。 所以你要说我的表快5分钟，我们就说 My watch is 5 minutes fast。 好，继续往下看， George 就问了，那这列火车错过了，那肯定还得坐火车呀， When's the next train？ 下列火车什么时候？大家看When's the next train 跟第二句话的 What time will the next train leave 其实表达的差不太多哈。我们用 when 来代替了这个 what time， 其实你当然可以说 When does the next train leave， 我们简单一点直接可以说 When's the next train， 下列火车什么时候。
检票的说 in 5 hours time， 这个结构我们翻译成5个小时以后。哎，这样两个人很沮丧哈，喝了点咖啡，喝了点东西，结果把火车错过了，却要等上5个小时。哎，好了，那我们本文最重要的地方，大家看最后这个结构 in 5 hours time， 我们是这么来用的，先用一个 in， 然后呢加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看我拿了一个括号括起来，有一个 PS time，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要，就是我们翻译成在一段的时间之后，如果把这个括号都去掉，你要把这块东西加上呢，那时间，这段时间，比如说5个小时也好，5分钟也好，5天也好，后面就加上一个 PS， 就是所有格。因为你想5个小时的时间，什么什么的，我们在这需要有一个所有格。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如果是以 S 结尾的所有格，我们是没有加 PS 的，我们直接加撇就可以。咱们看书上是不是就是 in 5 hours 撇 time， 本身是要加 PS， 但是一个单词以 S 结尾的，你再加上一个 PS， 那个 S 你咋读音嘛，所以就把那个 S 去掉了，然后后面加 time。 但是我们整个这一部分完全可以不要，你直接可以说 in 5 hours，in 5 hours 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家呢，为了怕出错，期间你干脆后面就别要加上，真的容易出问题。你万一这个，比如说该是 PS 你写成撇的，该是撇你写成 PS 的，这就错了。所以咱干脆后面啥都不要了，直接说5个小时之后就是 in 5 hours， 2天之后 in 2 days 就好了。这是刚才我所说的啊，这个撇 s time 可要可不要，表示一段时间之后。那你想想看了，同学们，5个小时之后，2天之后，既然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哪怕是2秒钟之后，你说啊，2秒钟之后那火车就要离开了，即便是2秒钟，哪怕是1秒钟之后，是不是现在也没发生呀？是不是将要发生的？所以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时间状语，我们通常都会用一般将来时态，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基本上不用考虑，就告诉你该用一般将来时态了。就跟像什么 tomorrow, next week, 什么 next month, next year 等等这样的时间状语差不太多，它就是一般将来时态的时间标志词。比如我说啊，我1分钟之后就回来，怎么说呢？我就回来，我将要回来， I will be back 1分钟之后， in a minute,I'll be back in a minute。 当然其实生活当中这一句话 I'll be back in a minute 就类似我们翻译成我马上就回来，你可能用的时间远远不止1分钟，但是你在告诉别人很快就回来，你就可以说 I'll be back in a minute， 我马上就回来。再来举个例子，你5年之后干什么呀？5年之后肯定要将来嘛，那我们要一般将来时态做什么，还是一个特殊疑问句，怎么说？ What will you do， 然后5年之后In 5 years， 你直接可以说 in 5 years。 真要想加上这个 time， 我们就说 in 5 years， 还得加上一个撇啊，然后再加 time。 所以你干脆把那一撇把这 time 全都去掉， in 5 years， 这样就好了。 What will you do in 5 years？ 好，那么这就是这篇课文。大家看课文本身并不难，基本上就是进一步的练习咱们之前所学的东西，但是大家要注意两个搭配，一个是 had better， 还有一个是 in 加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这节课先到这里为止，然后下节课的练习我们留到下一节课来了再继续。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新东方的新概念英语课堂，我是曲慧珍。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学到了第95课，主要是应用一下一般将来时态，还有我们学了一个 in 加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时间状语的表达。出现这个时间状语，我们通常都会用一般将来时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这部分内容，我们来看看96课的练习题。那大家把书打开到 page 195，大家把书打开到195页，我们先看看195页有一个方框，方框里面有一些时间状语的表达，我们来看。
最左边一侧呢是跟 ago 相关的，不管是 a minute ago, 2 minutes ago, a year ago, 2 years ago 等等，出现凡是跟 ago 相关的时间状语，我们应该用一般过去时态，对不对？左边的出现我们应该用一般过去时态的。接下来右边呢就是我们在上次课所讲到的 in 加一段时间，那出现这些时间状语我们就要用一般将来时态。大家要再注意一下，如果你加上了 time, 前面就要有所有格，这个所有格呢，如果是单数的所有格我们就加 ps, 如果是复数的所有格，比如说像 2 minutes, 2 hours, 2 days 等等，我们就只加一个撇。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练习题怎么做。Page 196, 196页，我们看 Part A 的部分，咱们先看 example。We must go back to the station. 我们必须要回到车站。那么改成 We had better go back to the station. 也就是说咱们把这个 must 改成 had better. 应该特别简单。Must 是情态动词，后面要用动词原形。那 had better 后面也是动词原形。所以我们只需要把那个 must 改成 had better, 别的地方不用变就可以了。咱们一一来看。First one, I must stay here, 改成我最好留在这儿。I'd better stay here. Next one, we must wait for him. 我改成我们最好等等他。We'd better wait for him. Next one, you must call a doctor. 你必须叫个医生。那改成你最好叫个医生吧。You'd better call a doctor. Next one, they must go home. 改成他们最好回家吧。They'd better go home. She must hurry. 她必须要快一点。改成她最好快一点。She'd better hurry.And last one, you must be careful.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们改成你最好小心一点。You'd better be careful. 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练习题。这个练习题可比较麻烦哈，同学们，我们来看看。有三个例句。我们先看第一个。I went to Beijing a year ago. 我是一年前去的北京。What about you? 然后接下来给定的是 a year's time, 改成 I will go to Beijing in a year's time, 我一年之后去北京。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前面那句话改成一般将来时态，用上后面所给的时间状语。继续往下看。Tom flew to Stockholm 2 weeks ago. What about Pamela? 接下来给的是 2 weeks ago, 我们要改成 注意动词的过去式我们要改成原形， flew 的原形是 fly. She'll fly to Stockholm in 2 weeks' time. 仍然改成一般将来时态，用上后面所给定的时间状语。接下来 Dave and Alan returned to Tokyo 2 days ago. 这个 Dave 和 Alan 2天前回到了东京。接下来问 What about you and Jean?你和 Jane 呢，要改成 2 days' time, 我们说 will return to Tokyo in 2 days' time. 其实大家看看模式也很简单，就是大家需要用一个一般将来时态把后面给定的时间状语加上，然后呢把那个人也要加上。那只是呢一般将来时态的谓语动词根本不会随着主语的改变而改变了哈，我们来做做看，就只有4道题，咱们都把它做了。好，来第一个 ，I went to Sydney a month ago. 我一个月之前去了悉尼。What about you? 那你呢？接下来要改成我一个月之后要去悉尼。动词的过去式一定要改成原形 ，went 的原形就是 go 了。所以我们改出的结果呢 ，I will go to Sydney in a month time.I will go to Sydney in a month's time. Next one. A train left for Geneva an hour ago. Geneva, 这是日内瓦。说一个小时之前呀，有一辆列车离开到日内瓦了。Leave for, 离开到某地。What about the next one? 下一列火车呢？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说下一列火车一个小时之后要离开到日内瓦去。Left, 它的原型是 leave, 对不对？看要怎么说。The next one will leave for Geneva in an hour's time. 好，接下来 next one. Carol flew to Beijing 2 days ago. What about you? Carol 2天之前飞往北京了，你呢？
接下来你要回答说，我两天之后要飞往北京。Flew 的原型 fly， 看要怎么说。I will fly to Beijing in 2 years time。好，最后一个 ，Tom and Mary went to London an hour ago. What about you and Jean？ 那你要回答说，我和 Jean 就是我们一个小时之后要去伦敦。怎么说呢 ？We will go to London in an hour's time。所以这部分的练习题也并不难，就动词的过去时我们要改回原形，然后咱们用上一般将来时态，把那个时间状语加上就好了。好了，那这个小单元的练习我们也就到此为止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 Lesson 97 97课98课这个小单元。在这个小单元呢，我们要学习名词性的物主代词。咱们之前的代词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哈，就差这一个名词性的物主代词。咱们先来读读生词，同学们把书翻到198页，我们来看生词部分。Okay, first one, leave, leave, left, left. Next one, describe, describe. Next one, zip, zip. Then, label, label. Next one, handle, handle.Then, address, address. Next one, pants, pants. The last one, belong, belong. 好，咱们来看看单词部分。第一个 leave 咱们以前见过，表示离开，对不对？今天课文当中的意思表示留下，就是把什么东西忘在了某地，我们就会用 leave。大家一想到忘的话，一说到忘，你是不是会想到以前我们学过 forget 那个词？那今天 leave 还是有点不是太一样，它往往指比如说忘在某地，也可以表示留下。比如说我们先看例句哈， He left a message for you. Message 在这就是口信儿，他呀给你留了个口信儿，就你打电话找别人，别人不在留个言啊，比如说给接电话的人，那这就叫 a message. He left a message for you. 他给你留了口信儿。再看这句话呢， I left the keys in the house. 我把钥匙忘在房间里了。我把钥匙，也就是说我把钥匙落在家里了，出来没带钥匙。那怎么不用 forget 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一旦说把某个东西忘在哪哪哪，后面有这样的一个地点状语的时候，通常还是用 leave 的。你说我把钱包落在出租车上了，我把书落在教室里了，等等，这种情况下往往都会用 leave。Okay, next one.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describe， 这是动词的描述。哎，其实我们看看这个词挺好记的 ，de 这个前缀表达的意思就是 down。Down 的意思是向下，就是往下面来。那么 scribe 这个字根表达的意思是写，那这样的话你写下来是不是就是描述了？所以 describe 就是描述。比如我说，你能描述一下那个贼吗？有人偷了你东西啊，你报案，警察说，那你能描述一下那个贼吗？贼叫做 thief， 我们就可以说 Can you describe the thief？Can you describe the thief? 很好用。顺便看看它的名词，把后面的，我们看后面的 be 去掉，改成 p-t-i-o-n， 我们读作 description， 不读作动词是 describe， 这不读作 description， 而是 description。我们再来一遍 ，agai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escribe。OK， next one， zip 就是拉链了。就是你穿衣服上的这样拉链就叫 zip， 也叫 zipper， 美国人会用 zipper 也行，两个都可以。再来看 label 呢，就是你买东西啊上面贴的那个标签，这就叫 label。 比如说 there's a label on the suit， 那一套衣服上有个标签啊，就是 你买衣服，比如说那个上面写着，比如说什么质地啊，在哪儿制造啊，然后需要怎么样的洗涤方式啊，等等等等，这就叫一个 label。The label says dry clean， 那个标签上 says， 同学们在这儿我们翻译成写着啊，标签上说就是标签上写的是 dry clean， 这衣服需要 dry clean， 就是干洗， clean 是洗了， dry 是干的，就是干洗了。
好，我们再来看 handle。Handle 同学们，它表示提手或者把手，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家那个拉杆箱，就那个拉杆我们就可以叫 handle， 或者说呢你那个杯子上面那个 bar 啊等等，这都可以叫 handle。 总之呢，你看前面就是 hand， 对不对？手，你的手可以来对付它。你那个杯子带个把儿，你的手就能端呀。拉杆箱有个那个杆儿，有个那个拉手，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拉着走呀。所以它是跟手相关的，手拿着的这样的东西就叫 handle。比如或者在你家那个门，比如说从这屋进入那个门，一般像有那种长条形的，你这样往下一压就可以开门啊，可以关门，就这样子的，那也叫 handle。 大家看这句话什么意思？ He turned the handle and went in。 他 turned the handle 就是转动那个门把手，然后呢就进去了，转动门把手就把门打开了呀，然后就进去了。然后 handle， 同学们，咱们需要知道一下 handle 这个词作为动词意思见的也特别特别的多，就表示处理或者对付。门有一个把手，你就能对付这门了。杯子有个把儿，你就可以对付这杯子了。拉杆箱有个拉手，你就可以对付这拉杆箱了。所以它作为动词就是对付、处理的意思。像生活当中，你经常听到别人说 "Leave it to me, I'll handle it"， 把这东西留给我吧，我来处理。I'll handle it 就我来处理。再来看 address， 表示地址。我问了，我说你的新地址是什么呀？ What's your new address？ Yeah， What's your new address？ 对于英文地址的写法，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从最小到最大的，这跟中文不一样。我们中文地址的写法习惯于是从最大到最小，但是英文恰恰反过来，从先说最小，然后一直说到最大。比如说咱们说一个地址哈，我要说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4号，那英文当中就要先说14号，最小的就是14号，然后和平街，然后朝阳区，然后北京市。所以我们写出来就是先说 14 14号，再说和平 street 和平街，朝阳 district 北京。看到没，英文的写法跟中文完全反过来。其实也是英美人习惯于把最重要的东西摆在最开头。那么你像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4号，最最重要的就在于那个14号，最小一般越具体那就越重要哈。所以就好像他们包括比如说到一个人的这个姓跟名，我们不是姓在前名在后吗？他们就喜欢名在前姓在后，名字更重要。因为我们家里姓什么，每一天的关系往后放，我是谁这是关键，所以我要放在前面，对吧？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咱们再来看看，哎 ，pants 咱们以前见过，就是 penny 的复数，不说了。接下来再来看 belong， 哎，同学们这个词要注意一下哈，表示属于什么什么，我们用起来都会加上一个 to， belong to。比如我说，这辆自行车是 Tom 的，那就是属于 Tom， 怎么说呢 ？The bike belongs to Tom。The bike belongs to Tom， 我们就这么来用。当然属于我的你就说 The bike belongs to me。 顺便再那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如果我变成问句怎么说呢？这辆自行车是谁的呀？我要对 Tom 来进行提问，就是这辆自行车属于谁。那现在属于 Tom 属于谁，我们可以用这个谁，我们可以用咱们同学们想想英文当中可以用哪个特殊疑问词表示谁。我们有两个，一个是 who， 一个是 whom， 用的最多的是 who 可以做主语可以做宾语。不过在这儿 belongs to Tom 是做宾语的，我们用 whom 会更好。那我们怎么说呢？ Whom does the bike belong to？ Whom does the bike belong to？顺便再看看 belong 的名词，生活当中见的也特别特别多。belongings 表示所有物，属于你的东西就叫你的 belongings， 一般我们都会用复数的形式。像在北京坐地铁，比如说13号线吧，坐到头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广播里有声音说 take all your belongings and get ready for your arrival， 拿好你的随身物品，然后呢 get ready for your arrival， ready 是准备好，准备好你的 arrival 就是到达，准备下车啊，拿好你的随身物品，然后准备下车，就是这个意思了。 belongings 属于你的东西，就所以就是你所有物。
好，那么单词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课文，我们也回答一个问题。Lesson 97, A Small Blue Case.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Does Mr. Hall get his case back? I left a suitcase on the train to London the other day. Can you describe it, sir? It's a small blue case.And it's got a zip. There's a label on the handle with my name and address on it. Is this case yours? No, that's not mine. What about this one? This one's got a label. Let me see it. What's your name and address? David Hall, 83...Bridge Street. That's right. D.N. Hall, 83 Bridge Street. £3.50, please. Here you are. Thank you. Hey! What's the matter? This case doesn't belong to me. You've given me the wrong case.Okay, everyone. Does Mr. Hall get his case back? 这位 Mr. Hall, Hall 先生有没有把他的包给找回来呢？没有，人家给他了一个这个 the wrong case, 就是给他了一个错误的这个包。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说 Mr. Hall doesn't get his case back. 好，我们接着来看课文。啊，咱们从头看。Mr. Hall 把这个包落在那儿了哈，回来找人家说 ，I left a suitcase on the train to London the other day。专门把 the other day 画下来 ，the other day 指的是过去的某一天，就是过去了的一天，我们可以叫 the other day。有时候它表示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具体，到底是哪一天？是昨天呢？前天呢？上周的一天呢？什么时候的一天？不具体，就是 the other day， 过去的一天，类似于咱们中文翻译成啊，那天啊，我把一个衣箱落在去伦敦的火车上了，我们看看这个结构，大家是见过的哈。I left a suitcase on the train. 注意 to London 到伦敦的火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 attendant 在这就是服务员说 ，Can you describe it, sir? 先生，您能描述一下吗？他们可能经常捡到这样的包啊，所以你描述一下，对了，我才能给你啊。然后接下来 ，Mr. Hall 说 ，It's a small blue case. 是一个小的蓝色的小箱子 ，and。It's got a zip, 上面有个拉链。我想看到这儿，大家比较迷惑的地方就是前面那个 case 的修饰语，大家来看，有 a, 有 small, 有 blue。那这三个词都是修饰 case, 都放在 case 的前面，是不是就要涉及到一个先后的问题了？谁先谁后呢？好，大家来看，英文当中这些词修饰一个名词，我们的大规律哈，我们见到冠词或者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是放在最开头的，就是 a and the 呀 ，his, her, my, your, 什么 our 这样的词就要放在最开头。那有人说冠词跟形容词性物主代词要同时出现呢？放心，不会同时出现，就要么可能是冠词，要么是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反正都放在最开头。然后呢，比如说。如果一个词前面有两个修饰词，两个形容词的时候，一个形容词好说，当然就放形容词了，形容词放在那个冠词或者形容词用物主代词之后就可以。但如果有两个形容词呢，咱们通常也不考虑三个以上了哈，三个以上太多了，外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三个以上的形容词放在名词前面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咱基本上能搞清楚两个就可以。如果名词前面有两个修饰词呢，我们习惯上主观形容词在前，客观形容词在后。什么叫主观形容词呢？就是这个形容词，你看起来，我看起来，他看起来就不是太一样。比如说大小啊，美丑啊，就这种啊，这样子的就算主观形容词。你看着大，我可能就看着小呢。
你看着丑，我可能看着就漂亮呢，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客观形容词呢，就是那些不管谁看就都一样的，比如说像课文当中说到的颜色，颜色谁看都是这个颜色，绿谁看都是绿，那除非有色盲的，那排除在外哈。所以说我们的大规律就是主观形容词在前，客观形容词在后，所以我们这样表达出来就是 a small blue case， small 在前， blue 在后。好，继续。 There's a label on the handle。 我觉得同学们我们看到这儿都还比较明白。 There's a label on the handle。 那么我觉得同学们看到这儿还比较明白，就是说在那个把手上呢有个标签，把手上啊，就是那个拉手上有一个标签。再往后面看大家就费劲了，什么叫 with my name and address on it？ 好，为了说明这一部分呢，咱们这样来看，同学们我们抬头看哈。对于这个 with 呢，英文当中经常可以表示有的意思， with 经常可以表示有，比如我就可以说 a label with my name and address， 有我的名字和地址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刚才 address 大家可能听录音上读的是 address， 两种读音都对，可以读 address， 可以读 address。 那再比如我说这个有着长头发的一个女孩，那我们先说 a girl 后面加 with long hair。再比如说有着大鼻子的一个男的怎么说呢？ A man with a big nose， A man with a big nose。 大家来看，其实就类似于 with 后面这一个整体一起做前面名词的定语。英文当中基本上一个词做定语是放在前面的，超过一个词做定语就放后。我们有 with 是个介词，后面还得有宾语，所以呢就是大家以后经常会听到介词短语做定语会放在名词的后面，所以说这就是 with 的介词短语修饰前面的名词。 with 就是有的意思，你看有我的名字和地址的一个标签，有着长头发的一个女孩，有着一个大鼻子的一个男人，对不对？那么如果咱们要表示在哪儿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在后面再加上一个介词短语。就如果你需要表示在哪儿有，我们就加介词短语。如果你不需要表示在哪儿有，那比如说像在脸上有一个大鼻子，那你根本在脸上都不用加嘛，你鼻子肯定要长在这前面嘛，是吧？所以说，那你要表示需要表示在哪儿有，我们就再加一个这样的介词短语。当然具体这个介词在哪儿该用什么就不是太确定了。比如呢我们要说上面，在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的一个标签，那在上面叫 on， 我们就可以说 a label with my name and address on it， on it。 那这样的话就是咱们书上的表达，对不对？或者呢比如我说有一本书在手里的一个小男孩，其实我们中文要翻译成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一个小男孩，这样更通顺，对不对？那我们就先说了一个小男孩 a boy， 然后呢有一本书在他的手里，后面怎么说？ with a book， 书是在他手里的，叫 in his hand， a boy with a book in his hand。再举例子，比如我说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的一张纸，咱是不是先要说一张纸 a piece of paper， 然后有我的电话号码在上面 with my telephone number on it， 那这样就是 a piece of paper with my phone number on it， 你用 phone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都可以。所以呢这就是书上的这个表达，就是 with 的介词短语做定语，新概念二册的课文当中还会见很多，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好，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服务员就说了 Is this case yours？ 这个箱子是您的吗？好，同学们咱们以前是不是没有见过 yours 这样的词？我们把 yours 画下来。 yours 在这儿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名词性物主代词，大家看是不是就相当于 is this case your case？ 那你要把 your case 说出来呢，那前面有个 case， 后面又来个 case， 是不是有点多余？所以我们用这个 yours 就可以代替了名词性物主代词，这样显得会比较简洁。所以大家抬头看哈，我们来看什么样的是名词性物主代词。
咱们之前所学过的这个代词的表格，我想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不再一一说了哈。在前面的课文当中，65课，我是不是让大家在后面又补充了一列，补充的是反身代词，大家还有印象吗？我自己、我们自己、你自己、你们自己等等，表示某人自己的反身代词。那么当时我们也是说过的哈，那么今天呢，大家需要在这个就是原来65课你那表格右边不是补充一列吗？我们再补充一列，写上名词性物主代词。名词性物主代词，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是相当于形容词来用，名词性物主代词就相当于名词来用，就类似于说啊，我的什么什么，你的什么什么，它其实有一个名词的含义在里面，只不过那个名词就去掉了。那比如你要说我的什么什么，这就叫做 mine， 你的我们的什么什么叫ours， 你的 yours， 你们的 yours， 然后接下来大家看，男他的叫 his， 女他的 hers， 物他的叫 its， 他们的叫 theirs。 我们看看是不是就是，我们先把 mine 放在一边，我们看是不是就是在形容词性物主代词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 s， our， ours， your， yours， 啊。然后 his 比较特殊，由于人家本来 his 就是 s 结尾的了，你再加上一个 s 是不是多余了呀？所以呢我们就不加 s 了哈。 hers 还有这个物他的也是一样的吧，也是 s 结尾，没法再加上一个 s。 there 那就改成 theirs， 所以样子很好记，对不对？除了这个 mine 咱们需要单独记忆了， mine。 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名词性物主代词是相当于名词来用的。名词呢可以做主语啊、宾语啊、表语啊，那么名词性物主代词就可以做主语、宾语、表语。名词能做的成分基本上名词性物主代词就能做。大家还记不记得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我们做的是个什么成分？它相当于形容词，是不是就要做定语来着，放在名词的前面做定语。其实呢同学们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记，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加上名词其实就类似于名词性物主代词。比如我要说这是我的包， It's my bag， 这个 my bag 我们如果前面已经有 bag 这个词了，你是不是就可以说成 It's mine， 对吗？就完全可以说成 It's mine， 就相当于 It's my bag。 再比如我说这是他的车，再比如我说这是他父亲的车， It's his father's car， 这叫人名后面加了 ps， 一个人名的物主代词我们就在后面加 ps。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个代词来代替的话，那我们就用什么？男他的我们用 It's his。 再比如我说我的鞋是黑色的， My shoes are black， 接下来想说你的鞋是棕色的，棕色的这个词我们学过叫 brown， 你的鞋我们现在就用你这个刚才那个名词性物主代词用什么来代替？ yours。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 yours 在这儿下面一句话当中我们是要用 yours 做主语的，做主语是不是就要看看后面那个动词该用单数该用复数了呀？你来看上面一句话当中 my shoes 这是个复数，那么接下来 yours 它代替的也应该是 your shoes 是个复数，那后面是不是就要用 are？ 所以我们说 your shoes are brown， 就是说名词性物主代词做主语的时候，我们看谓语动词是单数还是复数，你就看它代替的是什么，代替的是单数我们谓语动词就用单数，代替的是复数谓语动词就用复数。好，这就是名词性的物主代词。那咱们回到课文上来看看，这样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就很容易了？ Is this case yours？ 那就相当于 Is this case your case？ 然后接下来这个 Mr. Hall 说 No, it's not mine， 是不是就相当于 No, it's not my case？ 好，往下看，接下来服务员说 What about this one？ 那这只呢？ This one's got a label， 这个 PS 同学们能告诉我代替什么吗？我们之前学过 PS 可以代替 is， 可以代替这个所有格，就是那个 ps， 还可以代替什么来着？我们学过 ps 还可以代替 us， 那么现在这个 ps 代替的 has 呀、yeah, this one has got a label， 这个箱子上有一个标签。然后这个 Mr. Hall 说 Let me see it， 让我看看。然后接下来服务员说 What's your name and address？
你的名字和地址是什么呀？然后 Mr. Hall 就说 David Hall, 83 Bridge Street. 我们看大桥街83号，他先说83号，再说大桥街，当然把名字放前哈。接下来呢 ,Attendant 说 That's right, 没错 ,D.N. Hall, D.N. Hall, 这是这个 D.N. Hall 呢，大家以后见到这样的就是对名字的一个缩写，前面拿首字母来代替了，然后后面又看到 83 Bridge Street。 其实我们同学们从这儿是不是基本上能看出来，坐着要的箱子跟人家给他的箱子是不是不是太一样，坐着叫David Hall, 接下来服务员拿的是 D.N. Hall, 那你 D 代替的是 David, 那个 N 代替的是什么呢？人家这位 Mr. Hall 他没有一个那叫中间名啊，他没有一个中间名，所以没有这个 N 的，从这我们已经看出来稍微有点不对劲了啊。然后服务员就说了 £3.50 please,当然要收费啊，我帮你保管了，所以就是3英镑啊，50便是。然后 Mr. Hall 就给他了 ,Here you are, 然后服务员然后呢接下来说 Thank you, 再接下来 Mr. Hall 刚一走回来了 Hey, 然后服务员就问 What's the matter, 怎么了，然后 Mr. Hall 说 This case doesn't belong to me, 这个箱子不属于我，好，用到了刚才的 belong to, 同学们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句换一换，这个箱子不属于我就不是我的，我们要改成这个箱子不是我的，当然表示的是不是我的箱子，我们后面需要用 mine, 对不对？我们怎么说呢？ This case isn't mine. This case isn't mine. You've given me the wrong case. 你给我了一个错的箱子啊，你把箱子给我给错了。写 ve 当然代替 have 了，这是现在完成时态，对不对？好了，那么这篇课文我们看就讲到这里。关键性的内容呢，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个名词性物主代词，以及还有刚才那个 with 那个结构稍微有点复杂，别的基本上都是我们所学过的内容了。接下来同学们双数课我们要稍微做一些练习哈，大家往后翻译一下，我们看 lesson 98, 标题就是 Whose is it? Whose are they? 我们需要问这个东西或者这些东西都是谁的，那我们就需要用上名词性物主代词了。咱们来看看右边的习题要怎么做。我们先看咱们这样，同学们先看一下左侧有一个小方框哈，大概看看什么意思。方框当中比如说有了 Does this belong to me? 这个属于我吗？然后就可以换成 Is this mine? 这是我的吗？ Does this belong to you? 属于你吗？那就是你的吗？也就是在 belong to 跟名词性物主代词之间我们可以做一个替换。那我们就看看 Part A 部分的练习。先看例句，This dress belongs to my sister, 那么就改成 It is hers. 这个连衣裙属于我的姐姐，它就是我姐姐的 It is hers. 那接下来我们要填的就是主语已经给出来了，后面确定一下是用单数还是复数，然后再用名词性物主代词。First one, These things belong to my husband. 这些东西属于我的丈夫，那么就 They are他的，我的丈夫当然是男的了，我们要用 his, they are his. Next one, this coat belongs to me, 这个外套是我的，那它就是我的，属于我， it is mine. Next one, these shoes belong to my wife, 这些鞋子属于我的妻子，他们就是她的， they are hers. Next one, these books belong to my brother and me,那么 they are 属于我的弟弟和我，他们就是我们的， they are ours. Next one, these pens belong to Tommy and Jill. Tommy and Jill 是不是就应该是他们呀？所以在这需要说这些钢笔是他们的， the pens are theirs. Next one, this suitcase belongs to you. 属于你，它就是你的， it is yours.所以同学们只要你能知道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名词性物主代词就特别的简单，就只有 mine 是例外的。好，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部分的练习，看 part B。 先看 examples 例句， Are these your keys? 这是你的钥匙吗？ Yes, they are mine. 他们是我的， they belong to me. 同学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名词性物主代词跟 belong to
这两个搭配，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名词性互助代词和 belong to 这两个结构都用出来。我们再接下来看下面的例句吧。Is this John's letter? 这是约翰的信吗？ Yes, it is his. It belongs to him. 只不过换成了单数。Are these my clothes? 这是我的衣服吗？ Yes, they are yours. They belong to you.好，我们不妨把这九道题都来做做看。好，来看第一个 ，Is this Jane's passport？ 这是正义的护照吗？先说 ，Yes， it is hers。我们要确定是哪个名词性物主代词啊？代词是什么？还要确定一下单复数。然后接下来说 ，It belongs to her。It is hers. It belongs to her. Next one， Are these their tickets？ 这是他们的票吗？Yes， 都是复数 ，They are theirs。接下来说 ，They belong to them. Next one. Is this your watch? 这是你的表吗？你先说是它是我的。Yes, it's mine. 它们属于我，它属于我。It belongs to me. Next one. Is this, next one. Are these her flowers? 这些是她的花吗？是的，这些复数是她的。Yes, they are hers. 接下来再说 They belong to her. Next one. Is this my boat?这是我的船吗？是，它是你的。Yes, it is yours. 这船属于你。It belongs to you. Next one. Is this Jim's phrasebook? 这是 Jim 的短语手册吗？都是单数。Yes, it is. Jim 是个男孩子，所以我们应该说 it is his. 然后再说它属于他。前面那个书应该是 it 了，后面那个他应该是 him 了。It belongs to him. Next one. Are these hammers Frank's and Gary's?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hammer 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学过。你要钉个钉子，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往里面砸呢？小锤子，对不对？是复数。后面 Frank's and theirs, 我们当然也是复数，得用 theirs. 所以先说第一个。Yes, they are theirs. 然后说他们属于他们。They belong to them.Next one, is this our car? 这是我们的车吗？然后说，是的，它是你们的车。Yes, it is. 同学们，你注意是 ours, 那对应的就是 yours. Yes, it is yours. 接下来呢，它属于你们。It belongs to you. 好，再来看最后一个。Are these the children's pens? 这些是孩子们的钢笔吗？Yes, they are theirs. 接下来再回答说 they belong to them. 好，那这部分的习题我想大家做起来也并不是太难哈，就是名词性物主代词跟 belong to 之间的这个互换了。那么我们这个小单元也就到此为止了，那么下次课我们再继续。我再加一下。不是，下次课把那个下次课继续改一下，把下次课继续改成下次课再见，因为这课已经讲完了。我再说一句，再连续连贯的说一句。嗯，好，好了哈，好，那同学们，这个小单元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大家下去呢，要把那个所有人称代词的一个表格，大家需要把它整理完整啊。这些所有的人称代词我们都要会用，包括主格、宾格、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反身代词以及名词性物主代词。好，那么同学们，我们下次课再见。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新东方的新概念英语课堂，我是曲慧珍曲老师。那么现在我们正要学习的是新概念一册第101课、102课这个小单元。在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学到的内容比较多，我们会学反义疑问句，我们要学间接引语，由于间接引语就是宾语从句，所以我们还要学一下宾语从句。所以说咱们做好准备哈。我们先来看206页的单词，咱们来读读看。The first one.Scotland, Scotland. Next one, card, card. Then, youth, youth. Next one, hostel, hostel. Then, association. 大家看音标上标的是 association， 你可以读 association， 也可以读 association， 就是读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都可以。Next one, soon.Soon, the last one, write,
write. Write, wrote, written. Write, wrote, written. 好，咱们来看看单词。先来看 Scotland， 苏格兰。哎，同学们学过地理，是不是知道英国的全称叫什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吗？英文就叫 UK，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就是 The United Kingdom， United 就表示联合的， Kingdom 王国 of Great Britain， 这叫大不列颠，然后 Northern Ireland， 这是北爱尔兰，所以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好，我们可以看看这是英国的地图哈、大家来看有这么几部分，在最上面比较这个棕黄色的这个就是 Scotland， 然后最大块紫色的这部分呢就是 England， 然后还有一块小绿的这部分是 Wales， 这整个这个就是大不列颠岛，有三部分 Scotland, England and Wales， 然后呢还要加上北爱尔兰，就是这一部分 Northern Ireland， 整个这个叫UK，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到 England 其实就指英国来代替 UK 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好，继续再来看Card， 课文当中叫明信片，其实明信片说全了叫 postcard， 我们一般用 card 简单的来代替就可以了。 post 就是邮寄，那么 card 就是卡片了，你邮寄的一张卡片那就是这个明信片。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基本上都不记这样的东西，我们以前像比如说元旦啊圣诞的时候，同学们之间还会互送这个明信片，其实包括外国人他们也是，即便是现在也是用的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呢你要去外地旅游，外国人的习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旅游，习惯上就会给家内的亲朋好友寄一些印有当地的比如说风景的然后著名建筑物标志的就这样的明信片说明对那些人的关心这是外国人现在很常见的一种行为。说到 card， 大家来看看，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都可以叫 card， 比如说咱们身份证也是一张卡片，那叫 ID card，那么还有名片也是一张卡片，对不对？名片叫什么呢？ business card。 我听到过有人说 name card 倒也行，但是呢名片我们还是叫 business card 要更好一些。再来看信用卡呢，信用卡叫 credit card， 这都是现在用的特别特别多的。再比如说借记卡，现在中文就叫借记卡，英文叫 debit card， 就是不能透支的。信用卡就是你先花钱再还钱的，就这样的就 credit card。 那么借记卡就是你里面存了多少你就只能花多少，就叫 debit card， 就一般的银行卡了。我们把这几个同学们来再来跟老师读一遍 after me， postcard， ID card， business card， credit card， debit card。好，我们继续往下看。Youth 青年先不做多说明了，来看下面这个。这是招待所，同学们 ,hostel， 区分开我们经常会见到旅馆或者酒店叫 hotel。那你想想看，一个招待所一个酒店感觉不一样在哪儿？酒店要更高级一些吧，比如说像这个像比如说这个谢尔顿酒店，对吧？就这样高级的我们叫 hotel， hostel 就是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招待所，所以完全不一样。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咱们再来看看 association， 协会。这个词可拼起来包括读起来都比较复杂，我们再来一遍 again， associationassociation， 两种发音都可以。比如说大家经常见到 FA 吗？喜欢足球的就知道 FA， 这指的就是 Football Association， 足球协会。那么喜欢篮球的同学是不是肯定会知道 NBA？ 那 NBA 就是什么呢？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ational 国家的篮球协会，就是美国的国家篮球协会。好，我们顺便再看一下 associate， 就是联系，把人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就是协会了，这是它的动词。这个词我们也来读读看， associate，
Next one. 接下来我们再看 soon, 就是不久很快了，用起来很简单，我很快就回来。I'll be back soon. We soon arrived.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这就是一个副词。最后咱们再来看 write, 表示写。比如你说我在写封信呢，我在写信呢。I'm writing a letter. 这个搭配吧，我们要说给某人写信，大家看，我们用 write to somebody, 并没有出现信。就是我们很少说 write a letter to somebody, 直接用这种形式就表示给某人写信，不用出现信就可以。比如你说我会给你写信的，咱们用什么时态？我会给你写信，还没写，将来，对不对？那么怎么说呢？ I'll write to you. Yeah, I'll write to you. 我会给你写信的。好，单词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课文部分，咱们还是先听一下录音，然后回答一个问题。Lesson 101. A card from Jimmy.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Does grandmother seem pleased to get a card from Jimmy? Why? Why not? Read Jimmy's card to me, please, Penny.I have just arrived in Scotland, and I'm staying at a youth hostel. Eh? He says he's just arrived in Scotland. He says he's staying at a youth hostel. You know, he's a member of the YHA. The what?The YHA, Mum. The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 What else does he say? I'll write a letter soon. I hope you are all well. What? Speak up, Penny. I'm afraid I can't hear you. He says he'll write a letter soon.He hopes we are all well. Love, Jimmy. Is that all? He doesn't say very much, does he? He can't write very much on a card, Mum. Okay, everyone. Does grandmother seem to be pleased to get a card from Jimmy?老奶奶收到 Jimmy 的信，她开心吗？我们从最后的感觉可以听出来，不是太开心，对吧 ？No， 为什么不开心呢 ？He doesn't write very much， 因为他写的不够多，哈。好，那咱们从头看看这篇文章。这是 Jimmy 出去旅行，我们看他就给家里寄了明信片啊。奶奶就说了 ，Read Jimmy's card to me, please, Penny。啊 ，Penny， 把这个 Jimmy 的明信片来给我读读吧。对于 read 这个词，同学们，我们也可以表示把某东西读给某人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是可以跟双宾语的，就类似于咱们以前用到的像 give 这样的词。所以呢，比如我们要说把什么东西读给某人听，可以像咱们书上的一样 read something to somebody， 或者呢，我们把人放前。Read somebody something， 两种形式都可以。所以同学们，接下来咱们把这句话换个形式，我们把人放前，物放后，看看应该怎么说呢 ？Read me Jimmy's card, please, Penny， 对吧？很简单。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Penny 就读了 ：I have just arrived in Scotland， 我刚刚到了苏格兰。有刚刚出现，我们通常就用现在完成时态了。接下来 ，and I'm staying at a youth hostel， 而且呢，我现在住在一家青年旅馆。青年旅馆，这是比如说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青年旅馆一般来讲会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只是呢，有时候可能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但一般来讲也会很干净。通常只是。这个它是按段收费啊，其实也很划算呀，因为你只需要晚上在那住，因为你出去旅游嘛，白天基本上就在外面，所以很多去欧洲旅行的就会住 youth hostel， 要便宜很多很多。然后呢，接下来
这个老奶奶明显耳朵不是太好使，哎，说什么来着？没听清。然后 Penny 就又接着要再重复一遍呀。He says, 他说 ,He's just arrived in Scotland. 他说他刚到了苏格兰。大家想想看，这个 Jimmy 在明信片上，大家想想看 ,Jimmy 在明信片上当然要说我刚到了苏格兰。接下来 Penny 要转述他的话，对不对？这叫间接引语了，我们待会儿再总结。那你要转述别人的话，你总不能你再说这个，你又现在又没有完完整整的转述，不是通过引号来转述的。那么我们就换用自己的方式来转述的话，就应该说他说，你说谁刚到了英格兰？当然是他刚到了英格兰，对不对？所以说 he says he's just arrived in Scotland. 然后呢 he says he's staying at a youth hostel. 把刚才那句话也转述了一遍，他说他正住在一家青年旅馆。大家看现在是不是这个 panic 他读完了之后呢，老奶奶没听清，他就等于接着马上又说了一遍，对不对？所以说那个 says 是个一般现在时态，而转过来的时态我们根本就不用做任何的改动就好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然后 Penny 接着说 You know, he's a member of the YHA. 你知道吗？你知道的，他是一个 YHA 的这样的一个成员。 YHA 大家看书上有解释，就是 The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s The YHA 我们书上有解释，就是 The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 就是我们简称叫青着协啊，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住在这个青年旅馆了。老奶奶又没听清The what? 那什么来着？然后呢 Penny 只好又说了 The YHA mom， 然后把这个全称就说了一遍 The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 然后老奶奶又问 What else does he say? 朋友们还记得 else 吗？ else 表示其他的，通常会放在特殊疑问词之后。 What does he say? 他说什么了？ What else does he say? 他还说什么了？说了其他的什么？之前我们讲过的哈。接下来 Penny 接着读了，说 I'll write a letter soon. 我不久会写一封信的。I hope you are all well. 我希望你们都很好。同学们 ，I hope you are all well. You are all well 是不是就是 hope 的内容？这也叫一句话做宾语，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宾语从句。但是同学们，咱们以前所见到的宾语从句是不是都有一个 that 来着？哎，我们看今天这儿没有 that， 包括上文我们见到的 he says he's just arrived in Scotland， he says he's staying at a youth hostel， 这都没有加 that。一会儿我们再总结宾语从句当中这个 that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省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老奶奶又没听清 What? Speak up Penny。 同学们把 speak up 画下来， speak up 意思就是大声点，通常这个 up 就是往上，也就是现在音调呢当然就往上，就是声音要大一点，所以 speak up 就是大声点。比如说同学们来看看这个 turn 呢就有转动的意思，对不对？那我如果我们说到 turn up， 这就指的是比如说你要看电视啊，听广播呀、什么的，把那个音量最早都是一个钮嘛，我们要转往上转，那就是把音量调大。所以我们用 turn up 就可以表示把音量调大， turn up the TV， 把音量调大。对应的如果要说调小呢，大家觉得跟 up 对应的是不是就应该是 down， 那我们就可以说 turn down the TV。接下来 I'm afraid I can't hear you. 哎呀，恐怕我听不清你。推门 be afraid， 大家把这个结构画下来， be afraid 后面要跟上一个 of，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我们表示害怕什么什么。现在类似我们翻译成恐怕，恐怕呢我听不见你。I can't hear you， 这也是一句话。现在做恐怕后面这个 of 是个介词，做它的宾语。只不过同学们，英文当中这个介词，一般情况下的介词后面是不能加一个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的。如果要有这样的宾语从句，我们就把这个介词去掉，所以咱们书上就出来了 I'm afraid I can't hear you， 当然把那个 that 还省了，所以咱们一侧把这后面那个 I can't hear you 也归为宾语从句，这也是能讲得通的哈。做 of 的宾语，但是把 of 去掉了。好，继续往下看。
然后呢 ，Penny 转述了，重复说 ，He says he'll write a letter soon。他说他不久会写一封信的。当然，他说是他不久会写，不是我不久会写了。所以这个人称呢要改一下。He hopes we are all well。他希望，原来说希望你们都很好，现在就应该是他希望我们都很好。He hopes we are all well， 仍然把 that 省了。然后接下来落款呢？Love, Jimmy. 我们写信落款的时候经常用 love， 就表示爱你的什么什么，或者有时候写信的时候也经常用 yours， 就是后面加上 Jimmy， 这样也可以。那 yours 就表示的多了，可以表示your friend, your son, your daughter, your father, your mother 等等都可以。所以落款你也可以说 yours, Jimmy。你如果很爱那个人，那也可以说爱你的什么什么 ，love Jimmy。然后老奶奶听完了，你都听到落款了，然后说 ，Is that all？ 就这些吗？这个句子我们在之前买东西那一课也是见过的。He doesn't say very much, does he？ 他没说太多，不是吗 ？He doesn't say very much。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完整的一句话了？他没说太多，后面又来了一个问句 ，Does he？ 英文当中这个问句叫反义疑问句。我们先把课文还有一点我们看完，待会儿我们再总结哈。然后呢 ，Penny 就说 ，He can't write very much on the card, Mom。说妈妈，他在明信片上不能写太多的。好了，这就是整篇课文，并不难。接下来，同学们，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决书上的问题。我们先说相对来讲比较好办的反义疑问句啊，就是刚才那句 He doesn't say very much, does he？ 英文当中的反义疑问句呢，我们看是要有两部分组成的，前面是陈述句，后面是简短的一个问句，简单的问句你不能把整个一个问句都说出来，两部分要有一个逗号隔开，就像咱们书上一样 ，He doesn't say very much, does he？ 前面陈述句，当然前面是个否定，后面是一个问句，然后由逗号隔开的。其实对于反义疑问句的规则特别的简单，如果陈述句是肯定，那后面的问句我们就用否定，如果陈述句是否定，那么后面的问句我们就用肯定。简单的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这八个字，八字方针，前肯后否，前否后肯，基本上把这个能掌握住，反义疑问句就差不多已经完全掌握住了哈。前面陈述句是肯定，后面的问句就用否定，前面的陈述句是否定，后面我们就用肯定。只是还有稍微要注意的是，问句的主语跟主句的主语必须要一致，这肯定是毫无疑问了。而且问句当中要用代词，不能用名词，就只能是 he 啊 she 啊这样的，不能是具体一个人，像 Tom Mary 这样不可以。还有呢，前后的助动词时态也是要保持一致的。前面什么助动词，我们后面就用什么助动词问；前面是什么时态，后面我们也用什么时态。大家来做，来看看啊。比如我说，you have lived here for many years， 你在这儿住了很多年吗？你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后面我要说不是吗？那这个不是吗？我们看前面 ，you have lived here for many years， 这是个肯定，对不对？后面我们就用否定，前面的助动词是 have， 后面也用 have， 所以就是 haven't you？ 那有的同学说，干嘛不说一个 have you lived here for many years？ 为什么还非要用一个这样的问句的形式？就我们一般的问句不就可以了吗？一般疑问句，在这为什么还要用一个反义疑问句呢？我们学起来又费劲。你想想看，如果只是用一个一般疑问句 ，have you lived here for many years？你在这住了很多年了吗？你就是纯粹问别人一个问题。但是呢，你用反义疑问句的时候，你在这住了很多年了，不是吗？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你相对来讲已经比较确定了，只是在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确认而已，对不对？你如果只是问句，那就是可能你根本都不知道。用反义疑问句的时候，表示你自己是肯定的，只是让别人再确认一下而已。所以说，这跟中文是不是也很像啊？你还没吃饭呢，不是吗？我问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已经确定你还没吃饭呢。如果我只是问你吃饭了吗，那我就根本不知道你是吃了没吃。这就是反义疑问句它的这个目的所在。你已经确定的时候，想让对方再确认一下，我们就用反义疑问句。所以接下来呢，
同学们大家来跟我填空哈。我把前面的都给你了，你帮我把后面的那个问句补充完整。He won't be late， 他不会迟到的。然后接下来我说不是吗？好，前面是否定，后面就要用肯定。看看前面的助动词是 won't，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won't 是什么？ Will not， 所以后面是不是也要用 will？ 那我们就用 will he。Yeah, he won't be late, will he? 接下来再看这个 You are tired, 你累了，不是吗？前面是肯定，后面就要用否定，前面是 are, 后面也应该用 are, 所以就应该是什么 Aren't you? 接下来再看 It isn't going to rain tomorrow, 明天不会下雨，是吗？哎，同学们稍微注意一下，这句话里出现了 is going to， 有的同学有疑问说 be going to 不是表示打算吗？这句话我们怎么能翻译成明天不打算下雨，天气不会打算呀，英文当中这个 be going to， 以后我们见到还有另外一个使用场合，就是你照目前情况来推测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翻译成明天不会下雨的。接下来你问不是吗？好，前面是否定，后面就要用肯定，怎么问呢？ Is it？ 继续往下看， He went out， 他出去了，不是吗？哎，我们看前面没有助动词，没有助动词怎么办？我们就得加助动词，一般过去时态我们加的助动词是 did，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前面是肯定，后面要用否定，所以就是 didn't he。 好，同学们看看你做的怎么样，很简单对不对？好，再往下来看 You love me， 你爱我的对不对？我确定你是爱的，就想让你再说一遍啊。You love me， 接下来要怎么说？没有助动词还要加，这是一般现在时态，我们加的助动词是什么？Do， 所以在这就是 Don't you? You love me, don't you? 看这个呢， He doesn't feel ill， 他没病，然后接下来不是吗？好，前面是否定，后面要用肯定，我们就用 Does he? 继续往下看， You can wait for me， 你可以等我的，是不是？我就希望你等我，对吧？我就知道你可以等我的。好，接下来怎么说呢？前面是 can， 后面也用 can， Can't you?You can wait for me, can't you? 再来看这个 There's no water here. 这儿没水了。不是吗？好，同学们看到了 there is， 有的同学就说就肯定，后面用否定。但是你别忘了前面还有一个 no， 同学们 no 表示没有，这儿没水了。所以同学们前面这句话仍然算是个否定句哈。No 也算否定词， not 是否定词， no 也算。那接下来前面是否定，后面我们就要用肯定，怎么问呢？ Is there？ 所以你不能光看到谓语动词这就完了，往后面看看有没有别的否定词。那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这个， He hasn't left yet， 他还没离开呢，不是吗？前面是否定，后面是肯定，那我们就用 has he。来，再看这个 You have been here for a long time， 你在这儿很久了，是不是？你在这儿很长时间了，对吗？接下来前面是肯定，后面是否定，也就是 haven't you。 大家再看这个呢， There are few people left， 剩下的人很少。哎，好，同学们看这个 few， few 表示的意思是很少，少到几乎都快没了。所以英文当中这个 few 这个词我们也把它当否定词，那接下来后面是不是就得用肯定，我们怎么用？ Are there？ 再往下看， There's a little wine left， 剩下的酒很少了，不是吗？ Little 跟 few 差不太多，也当否定词来用，还是翻译成几乎没有，只不过 few 修饰可数名词， little 修饰不可数名词，所以后面我们仍然要用肯定，所以要用 is there。 那好，我们再往下看了哈，大家看这个 You dislike him， 你不喜欢他，不是吗？好，同学们看看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哈，你不喜欢他，不是吗？很多同学一说你不喜欢他，那就是否定句啊，所以说后面要用肯定。但是同学们要知道，像 dislike 这是个什么词？动词。英文当中的动词是不当否定词来用的，同学们这点一定要记清楚哈。动词不能当否定词来用，它只是有一个否定的意思而已。你比如说像这个 dislike， 不喜欢，不喜欢就是讨厌，对不对？那讨厌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词 hate， 这句话就相当于 you hate him， 你讨厌他，不是吗？你能说你讨厌他这是个否定句吗？不能吧。所以说这仍然是一个肯定句，后面我们要用 don't you。
好，所以就是要注意，副词，英文当中的动词，即便它有一个否定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当否定词来用。像 not、no、feel、little， 这是目前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当否定词来用的词。当然，后面还会有一些别的，等我们学到的时候再说。好了，那么反义疑问句我们就到这儿了哈。接下来，同学们，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就是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这是英文当中很大块的一个语法现象。咱先说什么叫引语吧，同学们。引语是不是就是引用别人的话？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咱们先要知道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在英文当中它就是引用别人的话，引用别人的话它就都是宾语。直接引语呢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引用别人的话，就是要放在引号内，这跟中文很像哈，就你原封不动的引用别人的话，我们就放在引号之内就可以了。但是中文当中的引号是双引号，英文当中的引号我们要用单引号。而间接引语呢，就是用自己的话去转述别人的话，你可以中间做适当的改动，不用引号，而要以宾语从句的形式出现。所以大家要先知道，直接引语通常是有一个冒号，后面有一个引号，放在引号中间就可以。间接引语呢，是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转述别人的话，要以宾语从句的形式出现的。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什么叫宾语从句哈。宾语从句后面139课我们还会学到另外更复杂的形式。今天的宾语从句都是最最简单的形式，我们把它列为宾语从句一。好，在这来看，宾语从句我们就是一句话做宾语。就是一句话做宾语之前我们见过。它不是主要的句子，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从句了。那主要的当然就叫主句，对不对？我们之前还见到过英文当中两句话要连在一起一定要有一个连词，我们也可以称为引导词。之前我们也做过比喻，就好像是妈妈怀孕了，怀着孩子，孩子跟妈妈之间需要有一个脐带连接，那么连词就类似于这个脐带，又叫引导词。为什么可以叫引导词呢？我们看这个连词是不是引导着后面的整个一个从句，它要放在从句的最开头，是不是起个引导作用？所以也叫引导词。那从这儿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同学们，连接词算是主句的一部分还是从句的一部分？从句的一部分，它算是从句的最开始那部分啊，它是从句其中的一部分了。然后最常见的宾语从句的引导词我们就会用 that， 这是最最常见的 that， 我们今天见到的全都是 that， 一般情况下可以省。当然极其个别的例外的不能省的情况，那是学到新概念二册三册才会见到，咱们一册见到的 that 引导的宾语从句都是可以省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举例子看看哈，我来给你一句话，比如说 you are right， 现在大家呢把这句话给我放在宾语从句里，说成我认为你是对的，我认为叫 I think， 那后面就是 I think that you are right， that 可以不要，你可以直接说成 I think you are right。 再来看这个I can't get up， 我起不来了，比如你摔了一下我起不来了，你改成我想我是起不来了，我想还是 I think， 那后面就是 I think that I can't get up。 继续再看这个 I can study English well， 我能把英语学好，比如我们现在要说成我相信我能把英语学好，相信叫 believe， 对不对？我们要怎么说？ I believe that I can study English well。 好，再来看这个呢， I've come back， 我已经回来了，接下来呢要改成他知道我已经回来了，She knows， 我们要放在 she knows 之后，那是不是就直接说 she knows that I've come back。 再看这个呢， You understand him， 你理解他，接下来呢我要改成他希望你理解他，希望这个词叫 hope， 那现在就是 he hopes that you understand him。 所以我们看今天大家见到的宾语从句呢，本来的这句话都是陈述句，对不对？陈述句放在宾语从句里，我们就用 that 来引导。到139课我们会见到，如果是疑问句放在宾语从句里，我们就不能用 that 来引导了。好，这是这个宾语从句的问题，我们先说到这里。所以大家先知道，间接引语呢，就要以宾语从句的形式出现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大家想想，直接引语我们用起来更好用，还是间接引语更好用？当然是直接引语吧。直接引语人家说了啥，你原封不动的放进来就可以了。而间接引语呢，咱们要用自己的话来转述别人的话。所以生活当中更需要的是，人家说了什么之后，我们呢要用自己的话把人家说的话再转述一遍，也就是所说的直接引语变间接引语的问题。那直接引语要变成间接引语呢，咱们要注意的，大家想想看，人称是不是要改变的？他说我很忙，他说冒号引号我很忙，你要转述他的话是不是就得说他说他很忙，对吧？人称需要改变，时态也得改的。不过我们今天学的时态咱们暂且先不做改动啊，咱们先说人称的变化。人称呢，按照中文我们做一个相应的改变就可以，基本上你中文能够倒得清楚，英文就肯定没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说他说我很忙，那么转述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说他说他很忙，我爱你，那他说谁爱谁，他爱我，对不对？所以说人称你只要按照中文把它相应的改一下就可以，英文当中不用记一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还记一个什么一主二宾三不变，你记那个比不记还麻烦的，我们干脆就直接按照中文改就可以了。待会儿我们试试看。关键在于这个时态的变化，时态的变化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不过我们今天学的并不复杂。我们今天学的呢就是当时转述别人的话，就是人家刚说完都没有隔时间呢，你就马上就转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转述的时候，一般是不是会说他说他告诉我说，中间都没有一个时间差。所以呢像 say 啊 tell 啊这样的词是用一般现在时态的，他说他告诉我说，当然这个 say tell 是放在主句当中，对不对？那么直接引语当中的时态呢，我们不用做任何改变，放在间接引语当中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呢很简单哈，时态不改，但是你要注意是当时就转述。像我们书上那个 Penny 读完之后，奶奶直接让他又转述了一遍，是不是就等于中间没有时间间隔？没有时间间隔就没有时间差，那时态就不改。所以你要知道主句是要用一般现在时态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举例子来看看哈。大家来看，我现在给大家的呢都是直接引语，现在我们要把它改成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就是引号当中这块 I'm busy， 我们需要把它放在间接引语里，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出现？宾语从句，对不对？好，我们来改 He says， 接下来呢我们先加一个 that， 当然同学们 that 要不要都可以，我们书上今天全都把 that 去掉了，我们就直接说 He says， 接下来谁很忙呢？当然是他很忙，所以需要把这个 I 我们改成 he。 he 改完了之后时态是不改的，时态不改是不改，同学们后面这个 am 我们要不要改？这个要改吧，因为我们现在在这儿呢 am 是跟 I 保持一致的，但是已经改成了 he 之后 am 是不是就得改成 is？ 所以我们做出来就是 he says that he is busy。在从句当中这个谓语动词当然要跟它本身的主语保持一致，你不能跟上面一句话保持一致，所以它要跟改完那个人称保持一致的。好，继续往下看。 Mr. Jones says I have just finished my work。 琼斯先生说了，我刚刚完成了我的工作，我刚把工作做完。我们现在也是要马上转述哈，这部分不变。 Mr. Jones says，你说谁刚刚完成工作，那就应该是他 Mr. Jones， 这是个男的，所以我们要把 I 改成 he。 he 改完了之后后面那个 have 是不是就得跟 he 保持一致了？应该是 has。 再接下来同学们看后面还有没有改的了，约特说没有了，没有了你直接说 Mr. Jones says I have just finished my work。 琼斯先生跟我说他刚刚做完我的工作，人家帮我把工作做完了，他不是做的我的，他做的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说同学们后面这个词也得改，我们改代词的时候不仅仅要看主语，连什么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啊，什么什么名词性物主代词等等，凡是跟代词相关的地方我们都要小心。所以后面这个 my 是不是应该改成 his， 对不对？ Mr. Jones says he has just finished his work。凡是看到代词就要小心，我们就要确定是改还是不改了哈。接下来再看这个 Sally says， Sally 说
I'm sitting under the tree. 我坐在树下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转述一下 Sally 说谁坐在树下。当然应该是她。Sally 是一个女孩子，所以这个地方 I 是不是就应该改成 she？ 那 am 呢，是不是要改成 is？ 再接下来，我们看还有没有要改的了。树要不要改？他说我坐在树下，转完之后他说他还是坐在树下，他不能坐在桥下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不改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同学们，直接引语当中涉及到的第三人称往往是不改的。树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对不对？第三人称往往不改，就原封不动的放在这儿。所以我们改出的结果呢，就是 Sally says that she is sitting under the tree。 好，我们继续往下再看这个呢。Sarah says, I broke that plate. Sarah 说 I broke that plate 就是我把那个碟子啊给打碎了。现在我们要改成 Sarah 说谁把碟子打破了，当然是他。所以 he 我们需要改成 she。 然后 broke 呢，时态不改不意味着，同学们，不意味着从句当中都要用现在啊。人家原来用的是什么时态，放在从句当中我们还用什么时态。所以原本是个一般过去，放在从句当中我们还用一般过去，时态就不改了。一般过去当然动词不会随着主语的改变而改变，除了 be 动词。所以现在我们就用 broke， she broke that plate。 要改吗？第三人称一般不改，所以就是 Sarah says that she broke that plate。 但是所有的 that 我们都可以省掉不要。再来试试看。 Jack says I will go to England tomorrow。 Jack 说我明天要去英格兰了。现在我们要改成杰克说谁明天要去英格兰，当然是他。跟前面的 Jack 保持一致，我们要用 he。将来时态一般将来改完之后还是一般将来，一般将来不会随着主语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就是 he will go to England 第三人称一般不改动，那就不变放在这儿。 Jack says that he will go to England tomorrow。 好，同学们，那么这部分的习题我们也就先练习到这儿。接下来呢，同学们，我们往后面翻一页，我们来看102页这部分让我们怎么做。咱们打开到 page 208页，我们先看 part A 的部分。 part A 的部分呢，我们看哈 example 例句。 he's drinking his milk， 他在喝他的牛奶呢。然后呢改成哈 he says he has drunk his milk。 同学们，这一部分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上面一句话放在宾语从句里，但是呢由于这个并不是完全的直接引语，改间接引语，我们需要改一下时态，咱们把现在进行通通都改成现在完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一题。 she is shutting the door， 她正在关门呢，我们改成她说她把门关上了。 she says she has just shut the door， 要注意动词的过去分词， shut 的过去分词还是 shut， 所以就是 she says she has just shut the door。 next one， he's putting on his coat， 那么改成她说她把外套穿上了。 he says he has put on his coat， put 的过去分词还是 put。在这里边用的宾语从句呢 that 就通通都省了。同学们，当然不省是可以的啊，只是书上练习让大家省掉，那么大家就把它省掉。 next one， he's reading this magazine， 我们要改成他说他读了这本杂志了。 he says he has read this magazine。 read 要注意过去分词，虽然形式不变，读起来要变了，我们要读 read。 next one， they are speaking to the boss， 他们说他们跟老板讲话了。 they say they have spoken to the boss。 the last one， the sun is rising， 改成同学们，当然你没法改成太阳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们改成他说吧，比如说 he says， 现在怎么说呢？He says the sun has risen. Rise 的过去分词 risen. He says the sun has risen.
好了，这部分就是让大家练习宾语从句。再接下来呢，同学们看 Part B 部分是一个表格，三部分，左侧一列 He says he 是不变的，中间有谓语动词，咱们可以选。选完了之后呢，最右边一侧还有，我们要么选一个宾语啊，要么选一个表语啊等等，把它组成完整的句子。答案不是唯一的，我们的做法跟以前类似，把谓语动词先确定好。比如说呢，我们看第一个 has got， 那前面的主语当然包括主句啊都是不变的， he says he has got， 那么 got 之后有可能选什么呢？你有没有可能选 he has got cold？ he has got cold， has got 在这是有，你后面不能加个冷，所以 go cold 不行。 he has got a bus， 你总不能说他有一辆公共汽车吧，这感觉有点怪哈。 he has got a haircut 呢，他说他有一个发型，新发型有点难受。 He has got a cold 可不可以？他感冒了，哎，这可以。接下来呢， He has got thirsty， 这个呢，同学们，除非以后我们见到 get 可以表示变得，但是咱们今天 has got 表示的是有，所以后面你不能加 thirsty， 那加 He has got an x-ray， 他有一个 X 射线，是不是也讲不通？接下来 He has got an earache，他有头痛，他得了 ，sorry， 他有耳朵痛，他耳朵疼，这是不是可以啊？接下来 ，he has got his house， 他有他的房子，也讲不通吧？最后一个，他有病也讲不通啊。中国话可以说有病，但是英文当中 ，have 后面不能是形容词啊，有不能是形容词，什么什么的。所以现在我们可选的就是a cold 以及 an earache 都行，其他的当然你按照这个模式一一改一改就可以了，我们不用一一做了。答案不是唯一的，只要意思能讲得通，结构能讲得通就可以。所以这部分其实还是让大家练习宾语从句，对不对？宾语从句里把那个 that 省略了。好了，那么这个小单元我们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同学们，下一节课的内容比较复杂，我们要学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副词，一个 to， 一个 very， 一个 enough。 所以同学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把后面103课104课这个小单元稍微的预习一下。好，同学们，我们下次课再见。